爸也是非常的开明，让很多的人接触到他。对，而且我们是单亲，所以我为什么他把我不把我父亲很多心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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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啊、怎么会有人说你是那个满洲的亲？啊、我完全不爱吃鸡。至今我也找不到，因为那是独子，在这里我们不过。然后我奶奶呢，我爸爸是现在是从大陆上台湾来的，也找不到我奶奶，就过世了。早安，早安。所以上面那个维基百科现在最好是谁在那读？那应该可以比较改。他写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是说满清的皇族的后代。哦，好玩。那他就是从"金"这个字去。对，应该是。因为姓金有很多是满族，对，而且是满族的。金普峰就是啊。不是，他可能追得到，可是我这边是追不到。他是追得到，他那个那个谱，他都是有一点那个他们皇族的那个排序。我们一直在网路吗？啊，对，是网络上的。还有，我还把我的秘密都照顾。有没有？最后两分钟刚开始，我们就讲到这个。跟强哥拍照，跟高进拍照。中间来看这边。加油！谢谢。我们的练董出现了。有。哎，你不要默默神出鬼没好吗？你出现直播，让我们知道一下。我想说，我就手机摆出。谢谢。好，加油！倒退走有点难度，对。大家刚好听到我们高清委员的秘密吗？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维基百科，有没有？乱写一通。对对。如果大家觉得我们高清委员是满清皇族的后裔呢，你要暂时的失望，因为目前是不可考。但是我们刚刚那个，我们强哥有泄露一个另外一个秘密。有啊。你吃木瓜的秘密。不是，我想说，你说我们的金老师。金老师，这不是秘密啊，他确实是满清皇族。哦，这是啊，这是啊。你们没有听到木瓜的秘密吗？木瓜，讲一下，木瓜讲一下。请。真的要讲吗？老婆不在线上吧？我们会剪给他。刚刚我们走到一个木瓜田啊，然后那个素梅姐就说，告诉你所有的水果里面，我最爱吃的就是木瓜，木瓜超好吃，超好吃。那我就说，哇，真的，我说素梅姐，那我跟你们共同点，我也超爱吃木瓜，而且我爱吃木瓜还有一个典故哈，典故就是重点在这里，对，重点哈，就是我在大学的我那个一个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女朋友哈，她说她跟我在交往一个月之后，她说，她说罗志强，我在你身上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现，有什么发现？她说我从小到大都很同情卖木瓜的人，为什么？她说木瓜那种软软烂烂的东西，谁敢吃啊？他说：“你卖木瓜的，你怎么活啊？你怎么会有人愿意吃这种东西？他从小就有这个想法。大家看到我那么爱吃木瓜之后，他终于知道为什么木瓜这么受欢迎。我以为你都失忆了，我以为你在那个就是跟嫂嫂交往之前的所有的那个都失忆。我跟你讲，我问黄伟群，我也是跟那个伟群在聊天，就说他说，我那时候你的小孩几岁可以交男朋友了？”然后再讲一讲，我说可是你说十八岁以前，我们十七岁都是补习班翘课，然后呢就去约会，约会完再把他送回补习班，让妈妈接回家。他说对，他说哎，我老婆不在哦，他说还有一个前女友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想说不对，他老婆会看到，他就闭嘴了。这样，我赌这一张，我老婆没办法全程看。好，没关系，至少我们会知道说木瓜是好吃的，木瓜农不要担心，我帮你卖木瓜。好，我最爱吃木瓜。对，那个美编，等一下把强哥刚刚那一段卡掉哈，你知道怎么做好不好？后置一下，后置一下，剪掉。然后我们请忠实的千万不要报，我们记者朋友千万不要报道这一段。为了家庭的问题，
前女友嘛，还没有那个弟妹的出现。对对对，啊，这话题结束。啊，你有听到？当然。好好，谢谢，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昨天就看到你登上镜头了，我看到你登上镜头了，然后看到你弟妹。这是他们的。这是高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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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哦，他可就多输了。好，谢谢。对啊，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好，真的，我们等一下加一下。有记得有啊，后来好像对，谢谢。他认识人都在。然后那个我要传到金片链接给你，到这次带实体的 DVD 在车上。哦，真的太好了。对，我们也对，哎，好，等一下。今天电脑要多充电，这个不是要多充电，我们昨天有一些铝充了，哎，加一饼，安尼好不好？嗯。龙虎早安，我们今天要走比较远哈。委员，我们网友说，是不是那个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其实小时候都蛮常走路的，会这样吗？以前是，但是现在因为爸爸妈妈也都比较疼小孩了，都会有摩托车，或者是阿公阿妈也都比较疼身体，也都会有摩托车。那么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可不可以问题可不可以请教你这样？可以啊，当然。好，第一题，台湾的原住民族哪一族酒量最好？这会不会很敏感？会不会得罪人？我告诉大家，酒量最好的绝对不是原住民族，真的。是离岛吧，酒量最好的呢是在都会里面待在那种 KTV 啊，待在那种酒店的啊，是最好的。所以原住民不是酒量最好，原住民是因为工作没有什么娱乐，回到家里面就喝两杯，很快就睡觉。但是还有一个，就原住民族呢唱歌很好听，有没有？有没有哪一组真的特别的歌声是你们比较就是有名声的这样？我告诉大家，不会唱歌的原住民也很多，只是你们没有发现。你们发现的都是唱歌很好的，但是如果要我硬要说的话，卑南族是出了最多歌手的。纪晓君啊，张惠妹啊，陈建年啊，尚不一啊，陈明仁啊。如果要以族群来算的话，我自己看起来卑南族是。一个小小的部落，一个小小的族，就出了这么多大家熟悉的人，所以他们各唱。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我们汉人看原住民族，就是可能我比较没有很熟悉，就会觉得说，哦，都是原住民族。那其实原住民族，你们各个族、各个部落之间会分得很清楚吗？那种自我的认同？自我的认同都叫做原住民族这块土地，但是呢，我们有分泰雅人，有分排湾人。有分泰鲁格族人，所以事实上所谓的被台湾的官方认定的总共16族，不是9族了哈，现在有16族。9族的话真要改名了哈，我们顺便讲一下。有16族，我们彼此都会看得清楚他们大概长相是哪一族，就好像
我们看美国人觉得看不出来他是哪一语的美国人， 对， 对不对？西方人，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是西方的朋友，他们就清楚知道，从外观，从语言。事实上，我们原住民族的语言是各族都不相同的。大家不要以为都是同样的一个语言哦，没有哦。十六族十六个族不同的语言哦。我跟台湾族没有办法沟通哦。哦，真的、哦。好，那我们蔡总统他对。对原住民的政策，因为他也提出一些，就是说要平等。我觉得汉人或平等好像对原住民是不是有一点亏欠？那这个亏欠，你觉得现在已经我们做得够多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蔡英文在刚当选是要道歉？对。但是比较遗憾也可惜，就是他的道歉没有讲清楚，也没有讲完整。然后更让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是，他的道歉只是表面的，是在所有的政策上面并没有完善。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哪里有人说是轮盘正义？是他的所谓的转型正义条例呢？他指时间了、啊、哈，指定在。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进来的时候，老蒋先生进来的时候，至于前面的对于原住民族日据时代的时期的转型正义，他们全部不提。所以我说这是切香肠式的转型正义。所以这个转型正义一设立法院推出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清楚知道，他只是想要追杀中国国民党。很明显哈、哦。很明显。但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说，全世界的转型正义绝对没有这种切割式的。全世界在行转型正义的时候，只要对这块土地曾经殖民过的、曾经土地掠夺过的，通通。都要来清算，所谓的清算就是都要讲，要对好对，可以原谅，不能遗忘哈。历史本来就是可以原谅，不能被遗忘。是，但是在你原谅的同时，你必须要做一些东西才能够被人家原谅嘛。啊，对。例如我讲，日本对慰安妇从来都不承认。对。台湾还有人在这样子跟着他们应和。对。在这种被殖民的状况之下，在战争的状况之下，谁可能会是愿意的？所以没有所谓的慰安妇被愿意，而且全世界，韩国也好，菲律宾也好，日本也好，哪里也好，都有所谓的战争慰安妇。对，看看别人是怎么处理的，台湾是怎么处理的，大家就可以。看你这样子，我们一边走路一边给人家上历史课吗？那么不过因为您来，我们的人数就增加了。其实大家真的很想要更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近代史就是原住民的被压迫史。你看一下，都看看。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如果大家可以知道的话，他恐怕是不动堂的吧？你说人家日据时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台语怎么讲？正干讲，第一公正干讲，瞎崩。就是说，崩，就是意思是说，事实上呢，糖当时是战略物资，他叫我们的农民不可以种其他的，你只能够种甘蔗，而且种甘蔗之后呢，你就必须要在同样的一个磅秤上面磅，那这个磅秤呢，是他们动手脚的磅。以前呢也是他们来算的，所以就会说第一辈的人就是种甘蔗给这个会社来称啊、等一下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神秘人物啊、我们的杨度老师，杨度老师哈，他会到现场来，有因为今天要走这条路，所以我就特别邀请了杨度老师来给大家上一段这个历史。真的，今天我们会走西罗大桥。是西罗大桥在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哼，然后云林或者是全台湾的农民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哼，当他们走那条桥的时候，到了台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好想要知道。哼，想要听到的话，一定要追踪，好不好？好，请网友今天一定要挂在我们线上。今天我们绝对有那值回票价，有吗？有，志强有吗？对，你看高筋加起来绝对武功高强，武功高强，赞赞啊，赞赞赞！这个武功高强就是会给大家最多最多的不同的这个讯息、历史，还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那哦好，我有一些原住民朋友，他们可能因为过去他们的历史都是。好像就清朝之后，我们比较少去真正探究原住民的历史。哦，是在清朝，那现在大家会去了解这件事吗？就是说，你看斯卡罗，
斯卡罗夫就是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清朝已经快要腐败的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是当时前一段时间播的斯卡罗剧嘛。所以为什么当时我在讲斯卡罗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也是我们的政府刻意打造的一出所谓的连续剧。是，那原住民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呢跟他戏里面所讲的历史是天差之远。然后我们对于斯卡罗他们一直凸显那个主角叫做李先德，有没有？对，一个美国，对，好像那美国人对台湾多好，多好多好，对原住民多好。事实上讲白的就是如梁杜老师所讲的，他就是出卖原住民，出卖台湾的第一个人，对，就是说李先德。但是呢，那出戏呢，因为政府把它打造的变成好像是这个台湾接触国际的第一条线，对，然后有一个是不是非常的离谱？对对对，所以民进党现在利用这种公势哈资源呢，来去整个重新塑造史观是蛮糟糕的，这样特别对原住民不敬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原住民不敬，我觉得对这土地上的人哈是一种愚弄。如果一个政府集所有的权力愚弄这块土地的人，你们觉得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吗？是，当然对原住民族来讲我们无法接受，是，但是呢他在教科书，在他的大量的媒体渲染之下，在政府的大量的资金投入之下，他就很容易洗脑。是，那你要被洗脑吗？所以我就认为这是很刻意的愚弄人民，对，这是非常不对的。对，好，好，谢谢我们的高勤委员。你看周启路来还是不喘吗？有有，因为刚刚网友在说为什么小练会喘，高勤委员都没有喘。对，我还可以唱歌。啊，对。好。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晨雾弥漫中，音乐在我心里响起，幕已开启，别再忧愁。会唱吗？啊，我们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啊，大家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哇，我跟你讲，今天早起的网友真的有耳福了，对不对？好，如果你觉得没有职位票价，把你家电费寄过来，你充电的这个钱我们付，这样子。如果有住在这附近的朋友，或者是待会要到西螺大桥的朋友，欢迎您加入，好不好？我们会听到非常旧桥西螺大桥的旧桥哦。对，我们会非常欢迎大家来听梁杜老师讲有温度的台湾。真的好，谢谢我们的高勤委员，谢谢，谢谢，谢谢。哦，早晨的微风呢？对啊，好，各位网友有看到我们高敬文跟小练的实力的差异了。對對對，我要喘一下，是高敬文体力很够，我要喘一下。对，让你后面喘一下。嗯，旧大桥要直走。嗯。哦，有 MIDI 说 uncle， 嗯。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放那下，放。喂。那个是要走红色的，还是要走新的桥？是走他们旧桥，旧桥，旧桥。他们先到旧桥拍摄，之后再接。好，大家好，华夏高丽局的好不好？哦，我们高金素梅委员。真的好亲切，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手搭在我的肩上？我这个衣服不洗了哈，我就回家裱框。然后，什么主持棒要交出来了？哎呦喂啊，温度很低吗？还蛮低的哦。强哥其实走路比较不会冷哦。对啊，
你说他不会累，我觉得他好像在家里散步的感觉。这个，林子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让我爽一下？错了吗？”哼，对啊，啊，这个以后要裱框了。哼，好，高金峰就哎昂哈德夏利哈，今天比较冷还是昨天比较冷？昨天比较冷。对，大家都有看到哈，这个就是工作的福利，好不好？来我们办公室报名。你如果想要被我们高金委员搭在肩膀上，来我们这边报名哈。对，谢谢我们的 BT 圈粉的，圈粉的，还有新罗大桥。哦，我们快要到，快要到了。看到了吗？哼。朋友们，新罗大桥快到了，还没睡觉的年轻人，或者是睡醒的年轻人，赶快一起来。好，好。这样，赶快来加入我们哈！对，什么叫这有点硬？啥时和情人走桥？哦，我们这个太久没见面，大家说小别胜新欢，大家要赶。我们这边还好呢，哎，大家要影像模糊吗？我们这边好像还好。嗯、小玉西瓜说：“高金委员 ，I love you。”好，帮你转达一下。嗯。罗美英也是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那个到底要将唱他自己的歌，哈、哦。委员真的是，其实当初委员是真的很有知名度的明星哈、哦，然后后来为了帮族人服务，我决定从政，哦，政坛少一位明星，哦，不是艺坛少一位明星哈、哦，政坛多一位委员，哦香盈，香盈是谁啦？我讲错，不要大家不要再打错，不要再害我了。巾帼不让须眉哈，对，现在已经这个应该也没有太这个巾帼的问题了，而且委员刚刚还有帮我们这个撑场，大家没有发现？哦，真的是谢谢他。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委群哈，委群呢，昨天。5点、6点左右，你从这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委群哈。委群呢，昨天5点、6点左右，你从这边开回去，对不对？开回家，从这边，然后大概9点到嘛。对啊。然后你睡一下，洗个澡。今天几点要出发？4点。今天3点起来煮姜母茶。我刚没有给你喝到。有，我看我有喝到。3点多。煮姜母茶完之后，还洗个澡，还有时间洗个澡，然后再杀过来这样子。对，杀过来，我现在交流道我就遇到强哥的车了啊。啊，那你今天还要回去吗？还是就跟我们一起走了？还要回去啊。哦，那你天来对。对啊。好，谢谢我们委屈哦，真的。我后来发现我这样，好像比走路还要累。对啊，你这样开车。当然，嫂嫂可能有可以跟你轮流一下，可是还是累会累了。对啊，不过还好啦，因为可能是想要这一个礼拜以来好像也习惯了。哈哈，就是都会回家很快就睡着，然后又很快就起来，都是那个时间点就会自动起来，也不用睡闹钟。我们高金委员刚唱的歌，你有听过吗？有好听诶、欸，有好听好，对不对？对啊，对啊。我们应该要这样很累的，我们应该要找一个那个。就是，那你有没有你拿手的歌？我没有。好，不过我们不要跟艺人拼了，人家是以前出过唱片的。不大会唱歌了。好好好，不错。对，好。我网友说公凡议员的脚怪怪的，公凡议员有吗？有。哎、欸，有吗？哎、欸，公凡议员，来来来。网友说你的脚怪怪的，没有、啊？有吗？还有，还好啦。OK。对我们公凡议员今天应该也算是接近完全体，哦。硕宏你好，木工哥是战斗民族来的，大家看到了哈、哦。木工哥不下雪是不会穿长袖的，哪一天我们强哥远征合欢山，大家才会看到他穿一件短T哈、哦。
Hello， 洛石你好，哎呦，没有，今天木工哥一早有穿长袖，真的、哦，我有看到，有有哈、哦，有，但是哈、哦，他说一穿了一下子开始走了，没有大概三分钟，太热又脱掉了。哦，哎，罗美英，美英是哪一组的呢？你跟我们高金委员是啊、之前有认识吗？他还知道是民歌手郑怡的原唱哦，太厉害太厉害了。哦，秀琼本来计划在西螺接我们。没有吧？哎，那个红茶帮我拿一下，有点口渴。我那个红，就是我在苏州。Hello。我会在这个。可以啊，你要走吗？我穿着换大 T 恤。啊，走啊，走啊，走啊。哦，哎呀。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高金委员的？就是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民进党喜欢讲是外来政权，有没有？大家应该知道，哦哦，就是呢，除了原住民哦，应该台湾所有的政权都是外来政权，哦，这大家可以理解了，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原住民都有一点亏欠的感觉，这样。谢谢龙虎。因为怕跟不上，今天下人数大概都是，对，谢谢我们的，因为大家刚刚听到好听的歌有没有？快问快答，我刚刚结果我有点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你有了解吗？高金选高雄，全力支持我们的政政哈。好，你们的留言我会大声的念，所以你们可以尽量念出来。啊，白小白，谢谢。啊，议员昨天睡得好吗 ？Good，good 哈，非常好。真的，我们昨天这样，其实有累到就会睡得还不错。对啊，其实每天就虽然就是感觉会很累，可是但是。你只要充分的休息完，其实很早就可以起床。啊啊啊！对，非常舒服。真的，网友说高金的难度不会比马高，可是马我们也没有问他快问快答。好，来我们想一想哈。西螺有很多的好吃的小吃，啊、哦，哎、欸，这有什么？网友来那个有什么小吃跟我们讲一下？对啊，我们还真的。哦、网友帮我们想了一口号叫“高强马壮”，高强马壮、哦，人强马壮的意思啊、哦，高强马壮、哎。哇，大家有听到强哥说那个武功高强，对不对？那一个高一个强，我有个功。对对哦，真的呢。功凡嘛。武功高强，我们再找一个武姓武的或姓武的，就可以煮那个煮那个武功高强。对。西螺喝酱油，喝对啊，西螺哥有名是酱油呢。酱油是可以配的，我们对啊。我想起来，西螺酱油真的很有名。哈哈哈。马吉啊，西螺跟专门卖马吉的。哦，很赞很赞。然后跟我们过去的烤鸭面。对。过了西螺就是云林了，是不是？云林的。哦，这样。西螺大桥的一半。啊。过了西螺。我们谢典林议长，还有我们谢玉凤。等一下，来，我转过，转过，转过。反过来，还有我们立委谢玉凤的。秘书，我们的杨秘书，杨秘书好，对，他很在地哦，他是什么事情他都跟你分享。是，所以你说等一下，你说你是议员的、立委的、立委、议长，还有议长的的秘书，所以从地方都到中央，他的手背范围很大，是，真的非常大，对，尽我们的能力服务，他就像一个要守二垒的中外野手，哎，真的，不给你过就不给你过，不给你穿越，对对，太厉害太厉害，一定要
把任务完成。对对对对，这样子哦。好，谢谢我们的小杨，欢迎来西中。谢谢啊，真的太好了，因为这一次议长也帮我们，每次来彰化就靠议长。真的，议长真的大力协助帮忙。对啊，真的非常感谢。好，欢迎大家来彰化。我们去彰化，彰化好多间霸王各有特色，真的真的真的。其实我们吃了蛮多间的哈。对，但是我不能讲哪，我问你，你也不能回答，对不对？我说北彰化有北彰化霸王的特色，南彰有南彰上的特色。对，其实应该总归就要彰化的霸王就是赞。赞。对，你就不要只吃一间，你要多吃几间。多吃几间，真的这样子。吃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间。但热量热量不低，走吃完跟我们一样走一下。对，这样比较好一点。对。那我们到西罗大桥，哇！所以大家刚刚听到武功高强，现在有攻跟高跟强哈。武是谁？我们再找一个。哦，突破600人了。哦，600人在现场看到。真的是因为我们高金委员刚那一首歌，至少就带了200。打动人心，坦白讲，真的。所以我觉得像高金就是。就是很开朗好听的歌，对对对，他也没有太好听了，他也没有准备临时就那个，这是临时的哦，就是很随性的，没有 set 的这样，完全没有，对，所以这就最真诚的，被政治耽误的演，你还记得高金委员演过什么吗？你可能忘记了，对不对？我要找比较委屈委屈委屈，我真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高金委员演过什么戏剧吗？我们来接龙一下好不好？演过什么戏剧哦？对啊，红安那个片名叫什么？那个还是我国中的爱爱爱哦爱，对不对？我还记得。那我要讲喜宴喜宴。哎，哇，完了，我真的糟糕了，糟糕了，我真的忘了。我真的忘了。您国中还高中？那时候应该是国小吧？爱连续剧应该是国小。爱连续剧。你国小？那我国小啊。哈哈，哎，国小六年。国小六，那我小四。那时候是我国中。天哪，练董真的有老，你们真的太过分了！哎，帮我们接龙一下，我们高金伟演过什么？哦，喜宴我知道，就得奖的。喜宴对了，对对啦。嗯。而且我记得伟一开始叫金素梅，后来艺名，后来才改成高金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了情，不了情哦，大家有讲。不了情。嗯。我们很多网友都有看过呢，都有留言。哇，我们网友都很厉害。对。缘爱之类的续集好像叫缘之类的，是不是？缘哦，哼，走旧西罗大桥、哦，这是我们的杨杜老师来了，来，我们来请我们杨杜老师。好，待会委员跟志强跟杨杜就一起走到一排楼梯那里，在楼梯那里，然后大家就进来。哦，然后进彩过来的，看你杨哥开始可以讲故事的，那直接对，你就边讲边你的。强哥，强哥可以帮我们拿拿，嗯。喂。喂。就是西罗大桥。喂。老师，我们现在来到哪里了？我们现在来到西罗大桥。我们刚刚跟强哥一路走来，我们从哪里开始走？强哥，我们今天从那个西周森林公园，从彰化走过来。对呀、啊，一路上啊，他的故事。我家不告诉是，只不过是杨乐老师来了，是来认识您。那么没有。现在我们终于来到这边，我们要特别请杨乐老师，我们一边走，好，这边走。好，我来讲的故事是1928年，也就是距离现在。你想帮我拉一下？将近要90几年前的故事。90几年前有这么一批人哦。是农民，是台湾农民。那他们从埔子出发，然后就用徒步的。那因为那个时候啊，日本正在镇压农民运动，所以农民要在台中开一个第二次的台湾农民的全岛大会，在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
那他要希望说好能够找到更多农民来参加，所以呢就有一个叫李天生的人，他带着人从埔子出发，然后埔子那边呢他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人，他就几个那个农民组合的人啊，他们自己带着那些锅碗瓢盆，然后背着米，背着那种弹吉枪这样，然后要去台东参加。结果他们从埔子出发，经过嘉义，然后沿路上睡在哪里？睡在庙宇的屋檐下，然后睡在那种大树下，如果天热的时候睡在大树下，然后就像你们这样一路走哦，像志强这样一路走。走到过了西螺这里啊，沿路支持他的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像你们一样，对，多到100多人了。他说日本警察都害怕了，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再跟随。好，不能跟随没有关系，因为呢，台湾农民支持他们，所以当他们走到哪里的时候，农民为了表示支持，所以当他们走过去。去的时候啊，沿路上农民拍手鼓掌，然后就这样一直走到带了一两百个人，最后走到台中市的乐舞台那边，参加了台湾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大会。所以我是觉得那种走路然后用行脚去证明台湾农民的力量是很动人的。那所以因为看到你们在走路，所以来讲这个90几年前哦，农民在走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也希望说，那你们慢慢走，慢慢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哦，这样。那为什么会有台湾农民运动呢？那有一句最古老的话可以解释台湾农民的命运的，那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得一公见甘家和回家风”，就是天下最傻的人。啊，种甘蔗给那个日本的会社去蹭，那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哈、啊，台湾农民主要都是种稻子，那日本要变成政策是农业台湾，工业日本，所以他叫农民种甘蔗。那日本呢，因为他在亚热带，他没有糖有哈、啊，没有糖，所以他就靠台湾种糖，然后进口。那日本人我们都知道，他很喜欢吃核果子，那所以这些台湾这些糖，其实大部分都出口到日本去。那他为了让更多的人啊、哦，为了让更多的人去种甘蔗，所以他就强迫农民种。那种了之后，你还要不能交给其他地方，你是不能自己去卖，你只能够卖给他指定的会社。那指定的会社指定了多少钱呢？就多少钱。所以后来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室内元忠雄，啊，一个日本自由主义的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他就讲过说，台湾的农民很像什么，在日本时代很像是农业的无产阶级，就是等于是农业的奴工的样子，对，这个意思。那因此农民很不平，可是他没有办法，没有人带领他们起来对抗。那后来呢，有一个契机是因为文化协会的成立啊，那文化协会的成立又跟一个故事有关系。那个故事呢，是1921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台中人，在台中一中毕业的年轻人，叫谢文达。对，谢文达，文章的文，发达的达，谢文达。他看到美国人居然可以开飞机，然后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他太感动了，他觉得那是他一生的志愿。对，台中一中一毕业，他就到日本去飞机学校学开飞机。学会开飞机之后，1920年，然后回到台湾开飞机表演，表演完之后太感动了，所以那时候台北医学校跟台北师范学校就是未来日本人最重要的两个教育机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那些学生啊，台湾学生集合在一起，那他们觉得说有为的青年应该这样子，我们起来奋斗嘛。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我们来组织起来，要组织一个叫做台湾，那时候还不叫台湾文化协会，想要一个台湾青年协会之类的。后来他们去找了蒋渭水，蒋渭水说我们来组织一个台湾文化协会，他去找林献堂募款，于是就真正的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所以去年不是文化协会100年吗？其实他的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为了抗日。
而那个时候台湾因为都只有日本总督的这种独裁统治，所以林献堂他们正在做什么事，要做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就希望有议会来制衡日本的殖民政府。然后很重要，你看。然后好玩的是，议会请愿运动在1923年的时候啊，隔了两年之后，到日本东京去抗争，他希望去做日本请愿，跟日本国会请愿，希望日本国会让台湾可以成立议会。然后去到东京的那一天呢，他们的台湾议会的船是坐船嘛，去到神户，神户再坐火车进东京，对不对？当他们的车子开进东京车站的时候，天空中有一架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然后那个盘旋的飞机上突然在天空中，因为那时候冬天下着小雪的那种冬天，飘下来无数的传单。为什么那么多传单？那个传单里面写说，台湾人要求议会，台湾人的心声是不被听见的，台湾人受压迫是世界不知道的。传单里面是这样写的。原来呢，这个谢文达就开着飞机在日本，开着飞机在天空中发传单，所以在东京的整个天空中飘满了他们的传单，就议会请愿运动。所以这些人啊，是一个，就是我常常说，台湾的历史跟土地里面有很青春的反抗的生命力，不是任何独裁统治，即使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青春的反抗的生命力是一直存在的。那这几个年轻人里面，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的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叫李印章，他后来就回来我们彰化的二林职业，在二林这里，彰化二林，二林李林家啊，叫医院名叫李印章，李应兄啊。那李印章开的医院很有趣，他是在他们的那种老式的三合院那种传统房子里面，不像现在看到的西医有没有？那前面只是摆了一个说啊几点几点开业，啊用那种老式的藤椅来看医生，要不要看他的病人这样。然后后来他的病人很多，然后都在农村，都是因为贫困。他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所以尤其是农民啊，你看啊，就是像蔗农这样，他的价格被定的，然后他又没有办法种其他的作物，被强迫种甘蔗，所以过得很苦。所以他的诊断说，台湾农民最大的困顿是什么？就是因为贫穷、饥饿，所以他最大的病是营养不良。对，就是营养不良。所以后来呢，他就决定起来帮这些农民的嘛。因此后来在那些蔗农组织起来以后，他们去蔗田里面，叫收割的时候，不让日本政府来收割，就发不让那个资本家请来的人来收割，就因为日本会社请人来收割嘛，所以他们要保护他们的蔗田，最后就发生抗争，变成是跟日本警察冲突，那叫做历史上叫二林事件。结果这个李印章也被起诉了，被起诉。那起诉之后呢，其实台湾的农民组合已经跟日本的农民组合连接起来，而且也跟韩国的农民组合起来结合起来了。所以台日韩其实这些社会底层的社会运动者是互相结合的，而且那时候全世界的一个左翼运动的风潮，所以日本就派了律师来台湾帮他们打官司。哎，所以那时候在彰化这里啊，那个日本的律师叫突然忘了他名字，没关系。好，就那个日本律师呢，就帮助了他们在彰化这里做很多那种巡演巡讲这样，那说服很多民众来参与，所以整个彰化的历史是跟农民连结在一起。那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农民台湾农民组合，加入到多少人呢？他的会员居然有24000个。台湾当时也不过将近300万人而已，你说1%的人加入，以今天人口来讲的话，大概就是20几万人加入一个农民组合这种团体，这种比例是很惊人的。所以我说日据时期最强大的抗争力量就是台湾农民组合。那因此呢，后来到1928年，日本先开始在日本的本土啊，他的军国主义抬头了嘛，他在日本的本土开始抓日本的农民组合的时候，台湾农民组合就要去声援他们，所以呢，他们就从一个叫李天生这个人，他是埔子那里破树哈，埔子一个很年轻很帅的一个人，然后呢，
他就带着农民从埔子用跟志祥要算，跟带着他们像志祥这样哈，徒步这样一直走下去，从那里一直走路，就走上来了。那所以呢，他们就经过走过西螺这座大桥，对，他走过来一直往北走，最后走到台中的乐舞台，哎，走到乐舞台。那后来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嘛，所以台湾农民组合的这些主要的干部都被逮捕了，那有的坐了十年的牢，像里面的领导者简吉坐了十年的牢。那我们二零的李印章后来就去流亡了，流亡后来到先到日本，后来跑去上海。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戒断鸦片，当时鸦片很严重，所以他的发明的一种医术是怎么戒断鸦片，在上海大受欢迎，也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是一个很慈悲的一种生命哈、哦。那也是我们从这个彰化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生命。那这个在带着大家在走路的那个李天生啊，他也很有趣。那后来呢，因为他开始逮捕这些农民组合干部的时候，他已经在坐牢了。他因为他带着人这样走了之后，日本人找他麻烦，就抓进去坐牢。像你这样，因为就被先被抓了。应该希望不会。那结果呢，就他后来呢就跑去南京做生意，那在战争时期他做铁的生意做得很好，那后来回来台湾也做铁的生意，就是高雄的大龙铁工厂，那后来也设了学校啊，做了很多慈善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在说哈、啊、从我们的土地里面成长起来的生命，敢于在土地上慢慢行走，好、啊、跟人民的生命跟人民的脉动结合起来的，这样的生命有一种很动人的力量。那你在实践中自然就会在土地在人民的中间去找到这种实践的温情和友爱。那我是觉得在台湾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当我们在土地上行走的时候，也许我们不止在实践自己，其实也在寻找更原来的生命力量，去超越眼前的这种局限，超越眼前的仇恨，去看到更远的未来。好，好，太棒，非常谢谢杨都老师。我们李天生开头那一段的那个在讲，他说没有录到吗？因为刚走过来的时候，那个他说一公尺。哦，你说李天生从哪里开始？从他是加一步子来，然后刚刚有讲过啊，后来又在。他是说我们走过来那边有麦克风，有那个哦，那个时候是啊，干扰，声音音质不好。所以为什么今天？就刚做，刚刚树哥，你刚做，你刚站在那边正走过来开场。哦，开场那个是啊，好，你们三个到下面那个平台，慢慢走。啊，走上来。好，没有，然后面对那个桥，然后你继续讲。OK OK， 好，空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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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徒步的步行行脚，从埔子走过嘉义，然后走过云林，然后走过西螺大桥，最后到达台中，参加了台湾的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大会。对，那一次全岛大会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为什么他要声援日本的农民组合，也要声援韩国的农民组合，让所有农民组合的这些同志哈，能够感受到这种互相支援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们都走那么辛苦啊，刚好来讲这个怎么行脚，怎么寻找土地跟人的生命力的故事。我觉得李天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典型。我来这里可以感受到那个李天生前辈走过的路。 对， 对，他走过这一条西螺大桥的，往台中的方向走。然后到了台中之后呢，就是他们准备要有一些演讲嘛，剪辑在那边演讲。 对， 对，是一个全岛大会。 对， 对，然后就很多这种我
我很喜欢杜哥讲的话，这样话啦，就是说台湾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青春的反抗跟青春的一个制衡的力量，就是现在开始很多从先生准备啊，他们所走过的路，就是要打破所谓的比较权力的限制啊，在当时是对农民的限制，对社农的限制啊，对国大陆。但现在其实也还是各种不同的政府存在，人家不是指日本政府的，很像兄弟，国民党政府曾经有过，那现在民进党政府慢慢感觉到开始往这方向走，所以蓝色也是很大的感触，你觉得台湾这条讲就是青春的反抗，青春的制衡的力量一直都是存在的。就是你们拍一些工作的策略，很多人说为什么会蛮好看的，你知道吧？我刚刚都有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他们在他要路径，这样是另外一种感觉。他一直用他身体力行在做很多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包括就前面的公投嘛，他已经事实上。为了联署也走了很多趟，然后公投的时候呢，我们也走了很多趟，然后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承诺，就是如公投过的话呢，他要谢谢。那很显然我们公投输了，但是他的承诺依然不变。再来就是他马上不灰心，希望燃起希望共存，那一票人也就想着他了。他结束了之后呢，他希望现在的民主也需要自己的，这个自责的不限的是哪一个政党啊，那但是只要是政府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从政，但是你也应该要身体力行然后来支持。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这个民主自责的走路也是我非常欣赏，所以我一定要支持他，尤其特别我选择这一段。因为其实市长呢，他要走路的时候，他自己有大概计划要走哪一段，那前面一段呢，当然因为我要去做检查嘛，所以我必须要积沙成塔，我一开始都没有给他，然后后来看他在急诊的时候要走到这个肌肉大桥，我就马上想到了就是这个有关肌肉大桥，然后尤其这个肌肉大桥对于台湾的发展，你想到的它有用哪一种概念，然后哪一种力量，所以我跟这个局长说我要邀请那个两位老师来，然后给我们大家讲一下这段经历。我尤其今天看到这段桥的时候，而且他其实走的脚不对，不累了，沿路也跟志强聊了非常的多，他走到这边来然后脚在有了那个画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就去听马老师的书，他里面收集了非常多，包括剪辑，包括你先生那个英俊潇洒，包括那个谢里达谢文达那个医生，对不对哈，那些都帅，然后那个女人大家每一个人都好坚定的眼神支持他的老公，然后所以就挑着扁担，这样跟着他，这样一路走到台中。你看那个画面，像我们现在这路很好走，他以前一定是不好走的，所以那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袋。所以我是属于画面型的，尤其待会在走到西路，走到林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画面会很感动。空拍机吗？我们还有朋友在线上吗？有七百位。好，谢谢。那老师的收音，好，没问题。我先收音，我先那个，不好意思。好，麦克风，不好意思，抱歉。你是男的过来，1070位。帮你把西装稍微带进去哦。
新北的2030到吗？好，等一下哦，三二一，来，强哥看我一下，三二一，然后我们来一张往那边看的。好，背影，背影。可以风景放在我们群里吗？哦，他现在来高雄堵我们吗？欢迎欢迎。哦，发现我们的网友，我本来想说高青委员来，我们冲上500位，那是因为大家比较重色轻友，结果杨度老师讲历史，大家冲到700个，表示我们的网友是非常有水准的。哦，看到我们杨度老师上历史课，大家呢都目不转睛哦，哇，真的是非常佩服哦。刚好听的也是非常的感动，我们杨度老师出了蛮多本跟台湾历史有关的书啦。我觉得它的特点是在它的史观，就是呢，这个呢，就是不是民进党史观那一套的政治史观，是真的很中性的，哦，公平的这样子。嗯，品涵说越来越欣赏高金女神。谁的雨伞？好，啊，那个架。他们应该还会来收，他们工作人员还没有走，他们工作人员会回来。木瓜是非常的水果，方兰应该是听到一开始哈，对，不好啦，真赞哈。今天好像比较多杂音，不知道为什么。花还好。哼。哈哈哈哈 ，Victoria 酱，啊，吓到。只有我跟田方伦，哦，是我们逼大家上车。哎呀，政治你不敢想啦，但是我就刚刚那样讲，哦，我的麦克风，会长知识。哦，欸，我觉得我们今天声音很杂，很多杂音呢。另外一颗有点问题，因为摔倒，而且又下雨。那，啊，另外一颗呢？我不知道啊。在你身上吗？应该没有，等一下找一下。哦，那车上你有找吗？车上就找到这颗啊。我这颗昨天在那个里面的。对啊，我把它放进去的。我们到弯过去就要上大桥。嘿。我们就等个3分钟，好吧？车在哪里？我去找一下。在前面那边。不是那个。好。你说这边走过去吗？他们要走。画面有点糊，应该是那个的关系。画面很模糊不清吗？这会不会是网络的问题？大家，我们休息个5分钟哈。那个，我们等一下继续出发。好的，我们来找一下物件，继续。因为我们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麦克风很糊哦，所以呢，找一下我们的收音。太潮湿了哈。从民雄要跳到什么？花蟹盆啊！知道为什么？哎呀，好，谢谢呢，高金素梅，画面糊，可能对自己要调整一下。然后呢？
画面可以不是拍电影哈。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高金委员哈，然后呢，大家会希望说哦，一定要看得很详细哦，他的皮肤的每一颗颗粒都要那个呢。但是我跟大家，高金委员真的好漂亮哦，这不是这个呢，真的是亲本人看会比较清楚这样子。大家有空的，如果有看到他本人哈，对，那今天我叫他来哈，也是很够义气啦。他就是呢，整个直接就是。要陪我们走完一天哦，那我们今天也是尽量跟我们高金委员的来，就是呢，跟他互动这样子，但是也不能让他太累了，因为我们这样其实突然去堵人家哈、哦，就是其实被访的人也是蛮耗精气神的，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就是那个跟他访问太久，就要一段一段的、啊，嘿，相由心生，人美心美哈、哦，而且我觉得高金委员他是那一种，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红的明星嘛。那你不做明星来从政，你为了你的这种族人吼，然后呢来去发声，放弃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是蛮让人敬佩。有点像雷根，大家知道雷根以前也是那个演员吗？对不对？吼，但是雷根是优势的种族吼，然后呢，我们高金委员其实原住民族是比较辛苦的。嘉义是在哪里？我没有背起来，我可能要回去我们再看一下这样吼。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后来访问很多。这个来宾后哦，那除非他们有准备了，不然通常我们就是也不要讲太久，他们也会有压力。但是我发现高金委员都会帮我控场，哦，他会帮我主动帮我想梗哦，真的很感谢他这样。好，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再去找他。我们今天很多时间哈、哦，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网友讲什么，今天有没有什么新闻？嘉芬姐的娘家到了哈、哦，大家在台北来堵，在高雄来堵我们吗？我们等你哦。如果看到大家一定会很高兴，可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后壁及新营火车站有没有停靠？嗯，我们应该是走台一线，我先给大家讲了哈。那些不是台一线，可能也绕不进去。整天下雨，好辛苦。去下雨就是说，这个哎，就是这样嘿。什么？龙虎这几天也陪伴练主人有感情了怎么办？我们来结拜哦，这样谢谢彭人，看到彭人真的很开心哈、哦。啊，今天余芳可能比较忙，啊，余芳刚刚说十分钟回来，我刚刚有计时，好像过十分钟了。余芳嘞，你不是说十分钟后回来？这样，今天呢应该也是有一些这个高金委员的流量有带过来哈、哦。这样，好的，那。哦，那五郎也是杀过来哦，是不是我们的网友杀过来找我们高金委员？他的门门里面还有人哈、哦。对，品涵你好，高金素梅加油哈、哦！我们的王那个吉娜够这样讲，韩总会出现吗？我跟大家讲，目前没有这个消息啊。我怕你们跟我说呵兄弟哦，那个我怕你们说我就是那个就是用骗流量的哈、哦。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呢，韩国瑜市长哦会来帮我们打气，目前还没。其实韩市长哈、哦、关心我们，之前请我们吃饭很多次的哈、哦，他对我们真的很好。但是今天目前哈、哦、没有这个讯息哈、哦。哦，余芳一直在哈、哦，三只收集力挺你不去啊！哎呀，谢谢余芳啦。对啊，嗯，这样高金的战力对付高雄吴小福肯定完胜，而且我觉得哈、哦，其实原住民才是民进党的克星。我问大家，谁可以说自己是台湾人？对不对？原住民哈，谁可以说自己的语言是台语？那也只有原住民哈。然后呢，谁可以说别人是外来政权？对不对？当然也只有原住民嘛。你站在原住民的观点，从清朝到郑成功哦，从郑成功到清朝到日本到国民党到现在的民进党，哪一个不是外来政权？哈，哪一个对民进党来说不是外来政权？所以呢，这个要民进党的那一种扶老沙文主义大台湾主义大汉人主义其实呢碰到我们原住民主就会破功了，所以其实呢高金委员如果他真的愿意聊聊天去选高雄市长的话呢，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民进党的克星，对不对？你民进党你在原住民族面前好，你好龙虎我们就结拜了好，那个呢我说那个谢谢我们龙虎大哥哥嘿这样，但我要说的是呢，我们的这个
民进党对上高金素美你本来呢对上国民党的那些烂招奥博你都不好啊，对不对？你在原住民族面前，你可以说你是最本土的台湾人吗？你可以说你的语言是台语吗？对不对？泰雅族语才是台语哈。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高金呢选高雄当然是一个好招，问题是高金这个委员自己有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也是有可能的啦齁。这个民进党是说实在的，他们网军是没人性的，他们当初连陈述局都可以攻击，何况是我们现在的高金这样。不好意思，我偷偷喝口水。好的，然后想拿扫把去扫黄姐齁，敢批评高金委员这样。对，那今天高金美委员刚，其实为什么原住民族很重视历史？因为历史才能够还原住民族一个公道，历史呢才能够凸显我们的台湾的近代史是一个原住民族的被压迫史所以历史呢才是重塑原住民族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这样，好，我们要走了，好，出发，出发。神兽还没开学是什么意思？听不懂呢。这样，对，对。当原住，因为高雄很多原住民族，大家知道吗？好，因为高雄很多。走吧，走吧。啊，你拿一下。为什么往这边走？嗯，因为他们要走那个新桥，然后志彰哥不见了。好。啊，你拿一下。来。好。对。好。志彰哥。来，志彰哥那边。不要开门。志彰哥，另一边呐、啊，你坐另一边，你要上车吗？上。我要先过去那边。啊，对啊，你要上车啊。那边。看一下。志彰哥，另一边。麦克收音在里面。好，谢谢。但是你要不要先？我来了，你先开车，因为志彰哥要去赶过去。好，我们跟我讲怎么走。好，前面往前，然后回转，是那个一个是回。好，让我。绕道，我不知道怎么讲。好，跟我讲怎么走。好，前面往前。然后回转，是那个一个是回转。继续走吗？对，然后前面那个地方回往右走。是这里，我要走右边吗？不是，前面。哥，这里你要浪景吗？这里吗？啊，前面，在前面，它是另外一条桥。志彰哥，你要在哪里当？那个新桥那边。新桥那边，好，我们就顺着走，往前走。哥，这里你要浪景吗？这里吗？前面。这样会无限回圈。不会，往右。往右。对，我想说什么？我一直听到我的声音。到爬上去吧。对，它是一个爬坡道。对，都是家，前面往前靠右停就好了，是吧？可以吗？杰哥大门口，不是家吗？应该是，是吗？跟你们昨天场看的有一样吗？这我长不太像，我看一下。好的。好。莹莹开慢一点，是小店开的哈。好，莹莹开慢一点，知道吗？莹莹不要开那么快。好。桥是从这边斜坡上去的。对啊，看到他们这车在那边闪黄灯，我看到了。好。对。好。师傅好说要向高金委员致敬哈。走哥走。前面那个闪黄灯那台长的车。要上去是不是？他上去。我们要找到斗南的哈。Yep。哦，你们现在还在走？对啊。因为断掉就是。喂，赛车手，没有，不是我开，是练董开。什么？你刚刚不是要帮我踩的吗？你不是讲好了吗？这里什么？什么踩？你不是讲你要帮我踩的吗？弹什么？就是弹说这个都你开的。哦，好啊，可以啊。好了。
好，谢谢，开始。我看是因为没你了，没有，你要开，我要下去了。你要下去了啊？那你下还要收音吗？你这个收好，你再。我收好了。不是那个充，那要充电充多久？嗯，不知道。你先让它充好了。那怎么办？现在呢？就用这一颗收好，会沙沙声。沙沙声哦。嗯。就是我都收好了，嘿嘿嘿，拍谁？等我一下啊、哦！但是中间那一颗是中间那一颗吧？不是，你就看嘛，有一颗是摔得比较严重的，这颗摔得比较严重，就是这一颗是比较没电的那一颗啦。因为另外一颗昨天充整天啊。嗯。但是是哪？应该是现在这一颗吧？不是吧？你看一下，这充比较没电的。都有电的。怎么可能？我才充一下下而已呢。对啊，这一颗，这一颗。这颗不好哟。不，这颗比较好的、啊，这一颗刚刚的。哦，对对对，好，来充几个哦。你再充一下，再充一下，再充。哦，对。我昨天是充这个，先用那个充盒子，再用盒子充，对，是对的吧？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充电盒。对啊，那个另外两颗应该没问题了，肯定没错。哦。嗯。电台国民党哪需要敌人明说之声，然后出现鼻子？昨天没看见莹莹，只见青青哦。对啊，白小白，昨天可惜你结婚了哈、哦，不然就可以那个来电五十。莹莹的声音好性感，红范翔，范翔很高又帅，这样，嗯，好，看到我了吧？对。然后那个有些网络不好，哦，又来李先生，哈，李先生你好，打给二，好，佩奇要准备，我觉得换手机有差哎，怎么样？就是那个颜色比较漂亮，比较柔啊。昨天那只手机都是黄黄的，然后好像不知道什么病一样。今天可能底下人都在骂陈奕迅。没有没有，不是我的外套，那是练农的外套。穿。啊、你刚刚穿的很像修女。你的外套。你刚刚穿的很像修女一样。真的吗？就是令你好。哎。俊男你好。刚刚那个高金委员唱歌，我就觉得别人都不会唱歌。嗯，对啊，超好听的。上次听他唱的时候，就觉得我不讲话了。看到莹莹，精神为之一振。好了。谢谢谢谢，对，嗯，小修修，好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莹莹的，不是啊，青青的择偶标准。哎、欸，今天700多人哎、欸，怎么那么棒？托我们高金委员的福啊！嗯、我跟你讲，高金委员大概到500多，后来杨杜老师讲历史变成700多，750。有时候网友是有水准，我们是被历史吸引，嗯、不是被高金委员的美貌吸引的，好不好？我觉得是因为高金委员的，我绝对是因为高金委员的美貌吸引。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网友讲的重色轻友，你一定要这样子。没有，我说我啦，我说我啦，我就是外貌协会，我没办法。嗯。哦，今天线上会破千哈。嗯，对。啊，老公。如果破千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 non stop 一直播下去？然后我们今天用新的公务机啊。破千的话，我们就去凹那个江启臣主席穿红短裤陪我们跑步，他怎么跑我就怎么跑。他海龙的，但他像他比较吃亏哎、欸。他说跟我屁事啊！你们破千，我喜欢探起口音哦。为什么要穿红、啊、红短裤打赤膊？是这样子。对啊，要聊色色，还没有，还没有。我们的那个。那个主席很好笑，他来嘛，我就说，哎、欸，主席你来以后，你不要给我们太大压力。他说怎么样，大家打赤膊跑步嘛。嗯，对，因为对主席就是海龙的这样，嗯，好会论话，没有、嗯、没有，哦，果然今天练总没有那么沧桑，靠人真的睡饱是不是？嗯，好了，何伟雄亲了，陈以信简直被自己人出征，没有了，我跟大家讲哦，以信，四纸巾，我有干纸巾，你怎么样？那个脚踩到哪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什么东西？在哪里啊？为什么是？地砖上啊。那什么？我觉得不是好东西。是什么？我看看。哦，红茶了。是吗？那我昨天啊，算了算了，这个已经不可考了，这个已经是货车了。对啊。拜托，我想要去洗车。洗完又会脏，我也想要去洗车啊，想说等到结束之后好了。哇，天哪！嗯哦，因为09点结束，很多人转来这里，谢谢大家哈。什么九点结束？可能是黄伟汉吧，或者是、哦、对的、okay、对。我抱住啊！晚晚啊！哦，遮住镜头了吗？现在没有了吧？是吗？哦，刚刚遮住镜头，所以我是说，刚刚抽卫生纸。我是说呢，这个呢，就是呢，我报纸。哎、哦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还要等一下，你先不要，先不要弄，等我来弄，我来弄。那你就好，没有，他没有哦哦，说、啊，那个就是还要把那个换录音档，哪个？哎、欸，要先换吗？要先换吗？他们在哪里？那个是汽车的。哎、欸，勇哥，
对啊。嘉欣来了吗？对啊，对啊，往回走啊。哎，列什么？哎，你们不是昨天场看过吗？那我发地址给阿翔啊，请阿翔带啊，还是怎么样？需要我过去带吗？我现在我们车子现在开不过去。啊？哎，我们开不过去，我们开不过去，因为我们这是单向的，会变成你们要等我们十分钟左右，绕一大圈。哎，对。等一下，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吗？我。等一下，他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呀。等一下。我没办法接电话，救命啊！晚上，老书记长你好，喂，是，哈，你是位西丽大桥，你是行西丽大桥啊，行溪州大桥？溪州大桥，安怎？我本来不是讲要行西丽大桥，我去用盖去啊，阮即马搁咧因，我即马咧桥头啦，溪州大桥的桥头，啊，毋讲因搁咧找路，所以会赴，好吧？哦，嘿，好，感恩。我紧来刷大桥。好，拍摄，谢谢。林嘉欣，嘉欣有来吗？有看到嘉欣？会啊，晚一点。啊，不是，他在我们的聊天室吗？真的吗？还是我误会了。玉慧说，请强团队注意保暖哦。对，我不吃烧酒鸡，不可能因为开车。林嘉欣，什么是杨桃鸡？比个托里问的。嘉欣哥有在线上吗？林元今天精神好多了。对，但是也没有到很好。有来哈，嘉欣哥的声音吗？不是。是我的声音沙哑吗？余芳用了四只手机，两只平板，六个这样。对，我们的线上因为余芳就有六个哦，是不是？太棒了。这样，我们有分两个频道播出吗？还是那个前面？什么意思？他前面吗？没啊，没在头前。嘉欣哥有来，他来动机。这可以吃吗？可以。喉咙有点不舒服。白小白给我们的。喂，真的？喂，你们找得到吗？谢谢，拜拜。因为我已经把我的那个给他们了。好，大家想知道恋董去哪里吗？恋董去哪儿？什么去哪儿？你就是分享位置给大家，可以吗？刚刚那个连结可以给大家。可以啊。不过我那个照片是20年前，大家会觉得我很无耻，就是。可是我觉得，其实你的脸型就是好看的，完全没有差。是，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到我们莹莹怎么讲的？因为我吃糖啦。对，是，不好意思。不是啦。哦。好了，我们今天那个，今天是高薪委员大全集，好不好？委员是在前面。没有。要戴手套，他说你要戴手套。我要戴手套。我不知道，方能讲的。为什么？不然会怀孕。夸张哦！这样，余芳可以直接正大光明看哈。等一下，真的很爱吃美食的。受不了。莹莹睡饱就有撒娇的声音哦，你们也知道，你们都很知道莹莹的习性呢。现在莹莹就是呢，莹莹呢有什么配播都给大家发现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屎，要那个，要那个，吐一下。我不知道。没那个，那个，那个。欢迎大家哈，各位新加坡的网友，大家好。啊，咦，你摸到我的那个了，好。乱掐。各位新加坡的网友，大家好。对。Hello from Singapore。什么版本的那个你去问那个在我的电脑里面，你先去把我电脑拿过来，然后把它摆到那广告车上，然后再跟我讲，把我的电脑摆到广告车上，然后再跟我讲，我就上去把它扣到约就在后面。哼，我们走好前面哦。I from Shanghai, Jimmy Chan 在上海。I from Lincoln。我汉。有，我有看过星光部队哦。怎么愿意走？因为高金委员来的，我想说不让大家看到他走有点可惜。好，后面这是我们高金委员跟杨度齁。想看高金吗？我是罗志雄，100公里中桥。哦，杨度老师是乌日人哈。
等等，我想想，我们的，对，我们的云林县的副县长，啊，副县长好，还有我们的斗六市的市长，对，市长好，是那个陈哥，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收音吗？好好，你可以 Q 一下，等一下你那装在那个副县长身上就好了，那我帮你叠一下收音。好，对，别一下声音，然后让他可以讲话。好，算的好 ，OK， 好，好，谢谢。对，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云林县的这种副县长哦，在这个桥上呢来欢迎我们，这样欢迎我们谢淑雅副县长。大家好，也欢迎我们地表上最强的市长副座罗议员，是，很开心。我们是不是过了这个桥？我们可以，我们走近一点，好。我们是不是这过这个桥就要云林的呢？哎，对，对，我们很开心哦。我们的务座单团队，还有我们高金委员，可以实地走到我们台湾各个角落。那今天来到了云林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所以什么，我们都一定要来跟大家一起哈。走读我们自己的家乡，嘿，是。那我们要先请问一下市长哦，我们现在肚子很饿了，请问一下，到了云林有什么好吃的？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来云林啊，有很多好吃的。到西螺哈、哦，可以吃我们的九蛋粿哈、哦；到斗六哈、哦，可以到太平老街看我们现在目前哈、哦、有10万颗灯笼挂在太平老街的灯上，还有最漂亮的水舞，这个是全国唯一。光雕水舞哈，有光雕水影投射的水舞，很值得大家去看哈。啊，去老街可以去吃蛋饭，可以去吃我们的花哈，还有最好吃的牛牙冰哈，大家都会一起过来这边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哥哈，他一路走来引领这个是非常的辛苦哈。我们也期待哈，国民党在未来有一个像这么超级的一个。战将，战将可以继续带领我们的国民党哈，大家一起来为今天。哎呀，谢谢，好，谢谢。那副县，我们这个桥走过去就是哪里？云林，昆林。昆林的，就是那边就走过了吗？哦，不是，不是。是啊，我们地理小百科一下来。哦，是哈。咱即马西周大桥，对，这条吼做西周大，本来咱是要行迄个红红的那一条叫什么呢？哇，刚刚看到的新的西罗大桥，对，那个是曾经是远东第一大桥哈，很不简单哦。那这一条河的话，就是浊水溪哈，母亲之河。那咱流水可以避险哦，遐里那好食。这个是水的关系，水的关系哦，水的关系，母亲之河哦。你看，人类的文明其实就是由河域、河流开始嘛。哦，对，啊，咱这条母亲之河，咱沿岸哦，尤其是咱家哈，就是所谓的沿岸的话的塞雷哈，
哇塞嘞！那讲出来的时候，卤水溪米啊，导游，导游，恁的蔬菜，加菜，加菜，有好米啊，对，这个米选上来，因为我们有好水，还有很好的啊、这个流域的这些土质土，这些水质，啊，我这样的话都来这就会导游啊，嘿哈，啊，恁的米食。嘛是啊，那么多啊，咱市场有讲过啊，高站贵啊，碗贵啊，哈，或者是说咱米的相关产品，包括那个麦子哇，哇，这个都是那我们的阳光也是一绝，所以咱起码哈，咱晒的导游，全世界想带货的导游的到位，你台湾，台湾，台湾的到位，欢迎。欢迎的晒罗，晒雷，晒雷开始，晒雷是。大等于是说重症啦、啊、重症、欸、但是其他你用刀篮嘛、啊、后卫啊套口啊甚至北港啊拿来我嘛弄有导游像哦所以哦昆林有山有海都有平原那一方土水养一方人嘛所以像咱今嘛讲的这个沿着浊水溪哦浊水溪畔的这些小镇不管是讲西雷里仑仑北西螺的米的这个粒哦，我们的酱类再来的话，像二轮的话也是一样米、蔬菜、水果，轮贝的话还有一样就是我们的酪农。啊，有一个Google 一下，你要打上云林，哇，那导游真正够。你讲够牛奶哦。哦，牛奶，轮贝鲜奶。轮贝鲜奶。你经常哦，要早一点去买才买得到哦。还有他礼物鲜奶。好好好。这两支牌子，我们气化买下嘞。哇，太棒了。有一个网友啊，现在在把朋友啊，说他想要找一个告白的点，一辈子的回忆。我们云林哪个地方最漂亮？适合。等一。来，我们来太平老街。太平老街有一万颗小朋友，就是一万个朋友，亲手绘制的，这个灯笼是哦，那一盏灯就一爱。有没有看到在灯笼下告多浪漫，对不对？对，而且也再也没有这么棒的，真的哈、哦。哦，这个是充满爱的能量的地方。哦，那要不然到我们的水舞圆环有一个水舞，那也是我们市长上任以后跟我们县长。合力打造的哦，我们可以客制化哦，那个音乐啊，的编曲，比如说用一首《爱你一万年》啊。我们要先讲啊，告白就要客制化，可能你婚来找我们云林县的政府，搞不好他会帮你，对不对？好好好，我跟你讲，我来演流氓，我就对你收保护费，然后你就帮我打，然后就这个剧情。哎，这个很棒哦，我们来演你一下，我们要客制化，然后接受全世界、全台湾求婚来云林，好不好？哎，对，好，比如说情人节啦，2月14号，好，或者我们的七夕，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哦，斗六，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藤壶啊。好，你想想看，紫藤，上面有一座桥，哦，好美啊！哎，我们现在走到浊水溪那个过程，大家给云林刷一波星好不好？我们现在应该正式云林的地界，云林我来了啊！我正在云林，我们市长好活泼，谢谢市长。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历史问题啊，然后用塞的去看，去看什么典故？好像云林就是上。台湾的武术的这个源流在云林上。哇，以前吼，咱那祖先在家开垦的时阵吼，讲起来，以前的社会时代变迁嘛，不一样，啊，要安怎来保护家己的产能？对对，所以就是爱好，很木啊。你嘛有练过呢？哦，我是哈，你看你，我是哈，我那有弄个霹雳胶啊，你搞不搞啦？对呀、啊，跟我们张立山县长的维安很，因为除了水户以外，还有一个副县长也是会两三下，这个有三两三这样子吼。一招半下，闯荡江湖。对呀、啊，因为其实台湾以前像美国的西部片，你知道，就是说大家来这边开垦，也没有什么政府，所以要自己学武功保自己。没有错，所以呢，在那去看高宝景的话，他的文物，然后他一些武术，其实这个就是哈。我们一个很棒资产、哦、那这些资产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包括那个乌感丹，有无？你等你点那西雷，西螺桥，这个桥头，那都有这个西雷那个乌感丹。那个
台湾的武术绝对不套路哦，不是什么很有的武术就很像体操。我们没有，我们台湾的武术当年就是防守，就是一个村庄。哦，那个是哈，用生命来跟哈，真的要用生命来保卫哈，家己的权衡，家己的征讨，对 对, 对，这个是哈非常。那陈吉南哥去看生命力，七个结拜兄弟嘛，还是七个武术大师？其实因公坎的话就是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哦、七个聚落样子、哦、对啊，很多种说法啦。嘿嘿，这个的话我有一个想盖台的嘿、哦、我的李明哲员嘿嘿嘿、哦、听说他就是现在、哦、在做这个盟主、啊、他就是、哦、很有心那成立了一个武术、哦、类似这样的基金会、哦、啊每年哦你不要看个小娃娃哦，幼儿园的小娃娃，哦，那怕起来那是虎虎生风，真的。而且我们台湾人学武哈，不只是武术，还要武德，对对。我们台湾人真的会功夫的人，其实是很谦虚的，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出手这样子，没有错。那我们已经这样，从小朋友开始养成这一种。哦，招亲武德真正真好，我来盖户籍啊！哦，这一定欢迎哦，宜居宜居云。都讲你要话，刚刚阮到老区哦，走过完呐。我们还有其他十九个乡镇市，哎，嘿呀，全世界最棒的酱油，比咱婚礼嘛，全世界最好的，这个地瓜在哪里？在云岭，在追拿。全世界最好的这个红萝卜在哪里？比咱婚礼 ，VDS 哦，大家哈、哦，去坐搭飞机的时候要商务舱才喝得到哎、欸、，VDS 啊，李董事，谢谢副县长，不但陪我们走，就是边走边讲话很累，我都没有先邀请他，我们直接 Q 他直接来，大家跟我理台吧，因为小店有点喘的，我怕影响到副县长，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样，那我们也访问一下我们的市长哈、哦，来市长来市长来，好，市长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是小六市长，我们现在有三宝，有农民啊，有三宝，非常好的工业区，还有四十万产品啊，我们有青蛙、菜龟啊，鱼的哦，菜龟的菜鱼，那个，我们麻烦可以收音和那个证，可以帮我们夹在那个哦，对，不好意思，来，哎，来，没关系，夹着就好。安内安内 ，OK 吗？好，大家都说市长好，我们陆平说市长好。大家好，嗨！刚刚我们重复市长说，斗六又有工业又有农业，对。哦，在我们最近这个山顶哈，我们县政府把斗六的任督二脉都打通，这个云林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这样子。哦，在斗六市哈，不仅工业的重镇哈，而且哈，世界最大的 Google 厂哈，它的资料库也是在斗六哈。哎呀，雄心啊 ，Google 的资料库就在斗六。对。那你刚刚我们都看光光了呢，我 Google 什么都没发现。哎，那个是资料库了，对对对。不在我们台湾。对对。我讲一个笑话，我们那个波士顿爆炸的时候，有很多人被埋起来，对不对？他不知道这栋大楼里面有多少个人。Google 知道，因为 Google 知道刚刚有多少个人在这边用 Google 查东西，所以 Google 说三楼有多少人，五楼有多少人。对啊。哦，所以这一点是这么先进的科技在我们云林设厂。对。哦，真的是太让人感动哈。所以其实啊哈，现在都已经科技化了，包括所有的地图都是用 Google 哈，稍微点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任何一点的地形地貌哈。啊，这个是以前啊哈，我们原来其实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啊，现在的科技哈，完全有办法。对，我们 Google 选择在云林，因为第一个你的条件好，第二个就是电力稳定好。对对对对。那我们大家对云林也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好像我们云林有比较。偏乡哈，然后呢，对，这个六轻的空气一直是大家关心的，对。那最近我们有做什么改善，或者未来准备用什么样的来发展这样子？啊、在这三年呢，云林县政府它不仅有空气啊监测系统哈，啊，他们的监测车不定期会来斗六啊，甚至各个乡镇哈。来做一个空气的侦测哈，啊，这个空气品质监测哈，会针对啊有周边的环境如果有异样的话哈，会立即啊哈再缩小范围再进行啊科技侦查。
啊，包括斗六工业区哈，目前也装置了将近快100个啊科技那个哈，对对，啊，所以目前呢哈，以啊当然没有办法全面性的抑制了哈，但是非常有效的预防啊空气品质的不好。市长，请问一下，你上任市长的时候，只是看起来年轻的，对，你上任市长的时候。我上任市长的时候啊，45岁。45岁在其实做行政首长。对。哦，真的，那你怎么鼓励我们的？因为很多，因为南部就这样，很多年轻人上大学就去台大，就不见得回来这样。啊，其实青返乡计划哈，我们也一直啊在鼓励所有的青年回乡创业哈。啊，其实现在很多青年哈，其实他们都是很优秀，但是啊哈，有没有一个的环境跟空间呢、啊，来给他们创作，啊，甚至给他们发展了、啊。我相信这个是目前我们啊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了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可以返乡哈，啊，参与政治啊哈。啊，绝对是青年人哈、哦，要慢慢把它承担起来，因为这个一定要一代接一代。就像啊，今天来到这边哈、哦，我们的罗志祥大哥哈、哦，他也是优秀的年轻人，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哈、哦。我相信啊，我从他在开始走哈、啊，开始啊不要选一眼要接棒，我就一直关注他了哈、哦。真的、哦、哎哎对，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不简单哦，也是啊国家未来的啊希望哈、哦，我们也希望。啊，可以继续支持他哈，用行动。所以我们今天跟副县长也特意来这边走哈，因为县长今天没有空哈。我们跟副县长，中午会来跟。不过我们真的好感动啊，因为你看副县长跟县长，那一个县市的这种这么重要的人物来这样陪我们走，我们真的是，因为我真的是帮我们谢谢一下我们的这个副县长跟市长，好不好？开心哈，这样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北漂的青年吼、哦，去完台北学完功夫吼、哦，能够回到故乡发展，其实对，不管做什么啦，因为如果根在哪里哈、哦，我相信了、啊、哈，终究他还是会啊往根的方向来生长跟长大哈、哦。我们也希望啊未来的年轻人有机会哈、哦，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哈、哦，自己的故乡才是最棒的。我们继续问到国民党哪些名人在台北的？第一个，我们的英伟，对，我不知道他英伟的云林人，我们的杨之斗，对，斗哥也是云林人，对，对了哈，对，很多，还有我们的韩国瑜市长是云林的女婿，对，哦，真的我们国民党这个靠云林栽培的太多了，对，谢谢你，对，好。谢谢我们的市长。好好好，谢谢。哎、欸，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云林的好。好好好。拿一下收一收。很抱歉啊、哦，因为云岭真的是好地方哈、哦，有一些资讯哈、哦，真的替透过今天这个很难得的平台要跟大家来分享。好，谢谢现在哦，谢谢全台云岭的话大概有23样吧，就是这些农产品、农与林木的产品，不管质量都是全台第一。现在大家不喜欢吃莱猪哈，可是政府它偏偏要开放，又不标示，怎么办？我们只好自救。但是我们云林县政府，我们张立善县长，他是真的超前部署啊。上任的第一天，107年12月25日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宣示，禁止厨余养猪。啊，为什么不能用厨余养猪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哎，因为厨余可能有来剂。对。哦。你吃的那你的猪。身上就带了这个，然后万一被检验到就给水哈，所以对对，但是我们有156万头猪，请大家放心哈，我们南湖林管进货，感恩保护，感恩够条条，我们有瘦肉精联盟，对，所以湖林的地吧，猪肉那像龙屿林木畜牧业哈，养鹅养鸡啊，这个都是啊云林的。大宗的政府要开放来猪，我们挡不下来，可是可以做到买台湾猪，对不对？尤其是婚龄，哎，这个部分的话，请大家放心。那当然还有几样东西哈，比如说，想到了那个，不管就是一些基本农特产，像柴米油盐酱醋茶来讲好了。我们讲到农业，问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北部会缺蛋？我之前呢、啊，我不知道现在今天有没有，就是说。淡淡的忧愁、啊。对啊，但南部我们去苗栗，他们说没有苗栗就还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就台湾的蛋，一般讲是南部在生产，对不对？那为什么政府会搞到说好像怎么会淡淡的爱上这样？这个啊，这个要问一下我们主管机关嘞、欸。真的、哦。他不是应该所有的资讯都要、啊、都讲说要超前部署吗？我们的陈局长。
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云林是一个农业的大县，所以我们很期待。所有的乡亲健康哦是嫁出来哦。对。对，所以呢，我们怎么让农友安心的种，然后呢，我们消费者安心的买。对。我们都很盼望，比如说打个五级灰哈，你想喝咖啡，全世界最好的咖啡，我们2021、2020，我们都拿到 CQI 评比世界第一名。哪一间？哪一间？你赶快讲。拢伫阮的高溪乡草岭村石壁部落，第一家叫松月。松月咖啡。松一个山一个高，岳飞的岳。岳飞的岳，嵩山少林寺的嵩，岳飞的岳。对，松月咖啡89.25，你可以上他的网站，好上他的那个脸书。古尼2021，青山白，青山，青山绿水的青山平。一个土字旁，一个平安的平，对，青川边，你看，一个征讨的一个部落，连续两年拿到美国 CQI， 评比都是第一名。但我要跟大家讲真的啦，我们对呀，有一些农夫很青年，虽然很有创意，一定要政府在后面做支援，因为在美国申请说真的有一些新的。我相信县政府已经也出了很多。我们是哈县内县一机制，前五名，对，在帮他们，因为我们的农友握不到 CQI 的手啊，他们只会种啊，你光是那个 paper， 对，那边就那些农友，他们一般农友也不会知道，不会知道，可是他的品质就是那么好，真的，所以我们县府包括我们市长，哇，咱全世界好诶。温蛋的都会刀辣吧，刀辣吧。我每年哦，每年会上京城，结果呢，温蛋人伫山顶吼，每年订多，早就订满了，今年已经订到明年去了。对对对，对。那优质的农就是爱等待呀，就是爱订单。我们现在目标就是公部门就是一条线，农友认真栽种，认真生产。然后最重要，我们还要帮忙大家。极端气候来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就是要利用科技啊。然后相关的法令要去盘点啊。所以现在的地方创生，大家想想看，台湾雕。现在身价很赞呢。真的呢，对不对？它是可以外销。问一下哦，日本生鱼片等级耶。然后以前一公顷。用个头困啦，现在只要多少面积？大家猜猜看，45坪。你说以前一公顷，现在只要45坪哦，哇，那对，的进步真的。然后它的产量，它一切的话就是循环经济在利用。好，这个说起来也对，说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我们都做到了，不是云林县政府搞。县长有一份贴心，对，他就是当一条线，帮忙穿针引线。法令需要松绑，大家请过来。地震、建相关的局，单一窗口，就是说民众只要对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后面跨局处，市政府来协调，县政府来。那你说刚刚提到的六轻，或者大家都说空气污染，事实上我们去年来拿到好水，在整个空气品质改善。我们是得到特优哎，这民进党的环保署呢，对不对？对啊，民进党都说特优，那绝对是特优。没错，然后国家品质奖都拿到金质奖、金安奖。那边评价五高。像现在哈，大家如果 Google 一下，跟着小雨燕去旅行那个铁花窗的故事，我们是开创营建署一个新的 model。我们做工程做硬体，它是要求蹲点，然后去跟在地的居民，要扰动互动，要有耐心，然后去跟居民互动，把在地的 DNA 找出来之后，怎么去弄出最适合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鼓励大家打一下跟这个铁花窗口湖，好，铁花窗口湖来，对 ，Google 起来哈，跟着小雨燕去旅行，这个哈，不是跟咱台湾就这样的样嘞，3月8号还是要，我们得到一个特优奖，哦，真的，在哪里？在美国吗？哦，您刚刚讲的特优的话是我们台湾营建署的，好好，那
美国的话是 News 的话是银奖，哎呦喂啊 ，MUSC， 法国 MDA， 这个大家银奖，对对对，非常有名的奖项哈。对，然后这个是由我们一个年轻的团队，哎，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水牛哦，这一股啦哈，以前他们就做土沟啊，那个那些年轻人啊，吕耀宗，然后最近又帮我们做台西，台西哈，台西起井干有无？台西哈，嘿，过去是足繁华的一个贸易的城市，海口呢，有贸易有港口，当初人口数偌济呢，五万以上嘞，就这人啊了。对啊，啊现在哈，哇，真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漫画，好像就是啊，意思就是说台西乡很会，不好意思，我是刻板，就台西乡很会打架，这是以前一个漫画讲的。可是现在是不是其实这个已经扭转过来了？哦、扭转过来了。哦，台西哈。是海涛所在嘛，真正风头吹尾。对对。哦，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怎么去把以前的台湾第一街哈、哦、改活化。哦。我们也是透过软体硬体，我觉得只要有心啦。真的真的。哦，像那透过台西啦，我们说卖台四口、北寮啦、台西啦、寄鹅啦、烤鹅哦，讲究烤鹅。我们那个志宏祠大家一定要去看。真的好好好。志宏祠还有一个成龙湿地。哦，你用 Google 一下就知道。Google， 云听起来云林要玩哦，三天也玩不太完。哦，玩不完，玩不完，是吧？你用这种台耍啦，哈、哦。痴情台西港，我们一个网友知道。嘿呀、啊，嘿嘿。哦，啊，你用台卖台式壳，没聊。痴情台西港是一首歌吗？是不是？一首歌。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只有一一的吗？是我猜的。应该、啊、没关系，那网友帮我们这个介绍一下，继续。哎，是。所以没聊台式西湖烤鹅，啊，佮水拿北港。啊，好。哦，水拿有地瓜，阿甘叔叔的地瓜。真的一定要去品尝哦。再来北港，那更不用讲了。想到北港会想到什么？天后宫、朝天宫啊。朝天宫，嘿嘿，哦，一生哈、哦，应该是每一当啦，那我去拜妈祖。对 对。我们现在这个灯会哦，台湾灯会的原像在哪里？我不知道。在北港。北港有什么的？啊，就是因为有妈祖啊。哦，所以就是从那边开始。对，这样子。从那边去，我听咱的老伯咧讲，哦，过去啊，民国早年的时阵，大概足早足早进前，赏花灯完以后是怎么样？地上一片什么？千头啊！啊，五香蜜。对，人挤人，啊，千头啊，都掉在地上这样。那现在的话哈，虽然疫情的关系，但是哈，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把这个，这算是一个文化非常有文化蕴底的这些。公益既有一个灯会把它做一个呈现、哦、所以我们请大家来，我们现在灯会还在这个展示的期间嘛哈、啊啊啊、所以呢、啊、我们水道头、啊啊、有一个区域叫追得桃、啊啊、哇，那个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也是得到哦、啊、Muse 的金奖哎、欸、金奖哎、欸、哦，有感西郎哦，感西郎，对啊，那我想先问一下，我们朝天宫好像是不是台湾第一尊妈祖，是不是就在北港？好像有一点争议哈、哦。这个部分的话哈，我只知道我只会喊，我是布袋音啊。嘿嘿，你在那看布袋戏？不是，嘿，我布袋音啊，但是我嘛是就爱看布袋。嘿，布袋戏啊，但是我吼，长到时啊嘛是拢转来看布袋戏的。嘿，苏亚文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陪我。哦，陪我一起成长过。好好好，温州大儒家，对不对？对对对。哦，啊，你讲的我都去吼，我年龄的曝光啊，没要紧，没要紧。我跟大家分享，我是四年级的。好好好好，看不出来，而且路上还可以这样陪我们走，体力很好，边走边讲这样子。哎，我们今年是我们云林的健康运动年呢，什么最重要？健康、啊，所以一定要日走万步。哇，你也当做代言人，你走对也用劲。我今天哈，哇，真正是哈，足好气的。我已经6955了。我们的网友都亏我了，他说其实是练懂累的，不是好不好？我没有，我还刘海呢。跟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就是说我们。之后能够当过专业的护士，然后来当正职，而且当到县市长的哈，台湾好像 Only one. 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张立善县长，我记得很深，他也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因为他当过护士是10年的，然后他就去帮那个小朋友打疫苗还打针之类的。对，那因为他护照过期，他的执照护士执照过期，那时候有点好笑了。但重点是说呢，一个当过护士的县长，有没有什么地方您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哦，他真的是哈，非常有贴心。你说。现在台湾的气候非常的就是极端气候嘛，所以呢，
那个夏天的时候那种热哈，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热。但是小朋友必须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老师也是一样，要上课，要备课，怎么办？他就是有办法去知道说这样子对学习绝对是没有效果的，一定要改善。啊，改善只有一个方法，怎么办？整零体啊。哦，但是云林这个县哈，我们当时就说不算是，不像台北那么有钱，所以说你一定要从财运里面，就是要东挪西移，对不对？你讲到这个重点了。有一次柯市长柯P，他来我们云林啊，不然在讲什么？哦，他就讲到说，我们云林哈，我们有全台湾的第一套，就是官方自己哈，是编辑的，礼就是有关礼义廉耻啦。其实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的常规啦。对，哇，他好讶异，好欣赏。他说哈，问哦，马仔杯全部的小孩子一部平板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要有这种精神上的、软体上的，这个书我们就没办法。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啊，你们教育处哈，这样子一年的经费多少？因为莫老杰好像600多亿吧。然后他就问我们，我安林和你们，教育预算多少？我说报告市长，不要说教育处啦，我们整个云林县政府23个局处，我们中华共的预算，偷偷预算了只要零点三百多亿，而且是一个局就600亿哦。对呀、啊，整个云林县300亿。对呀、啊，这个真的，我跟台湾现在的这种城乡差距啊，真的很夸张，我们觉得。但是哈、哦，没有钱并不表示说没有办法做事。我们去年在整个卫福部哈高龄友善跟健康城市这个评比上面，我们拿到6都以外第一名。太厉害，真的是很厉害哦。我们的金池奖我们拿到第一名，我们的那个云叶奖真的都是第一名。真的哈，对，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空气的品质改善，以前风不山哈，以前是哈，咱落水溪，因为就是集体拦河堰把水拦截了之后，啊，你无水啊嘛，爱刷哈，风哪来？东北季风哪来先？那是夹门胶刷。对啊，刚刚想，好，出去外面就比较不适合户外活动，有时候会这样。那、啊、现在呢？哇，我们现在是从一般的阳城，所谓阳城四季日哈，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贵溪是59天，温州嘛，甲降下来到六天。六天。那刚你减少了61天，对，哦，减少了这个幅度50%，贵溪是59%，减少了90%，对，17%啊，哎呦，你大家 Google 一下，口水吸出来一口，我们现在鸟类回来了，那个裸露的面积哈，大量的减少，一星期2000几公顷，基本剩下几百公顷。那么，所以六轻是不是有承受到县政府也是蛮大的压力？这个就是共好啦，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说经济跟环保，对，是要并。但台湾现在我们过去有点比较不重视环保，现在云林就是变平衡这样子。一定是要平衡。对。所以让数据来说话嘛。所以我们像那个浊水溪出海口，那个大家 Google 去看一下，不要说我说的。对。当然有机会，请大家实地来看。对。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变成一个创生基地。哦。让年轻人。开拓这伊那，其实我们地方的产业，把它变成是一个生态给它找回来，产业给它找回来。我们的所谓的台湾地方创生啊，云林县是所有的县市里面我们争取到最多的，真的应该超过10个。我们20个乡镇哦，我们现在应该超过10个了。哦，厉害厉害。然后 ING 当中的应该还有好几个乡镇。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换新手机哈，屏幕很清楚。大家看这个空气，说真的，空气不错。我们现在这样走哈，可能还没有走到过去这个，但是现在我的空气我觉得很棒。讲到空气，有一个地方一定跟大家分享，那个芬多精、负离子、雪中醇，密度最高的就在我们云林县古坤乡。世界第一号咖啡的迄个生蚝，一零咖啡高零分多斤哈，你就光现在正是哈樱花盛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樱花？921重创那个地方哦，乡亲为了要让亲朋好友
认得回家的路，所以他们就沿路种樱花。哦，有这个典故。23年过去了，樱花成林。还有一个哈，真的很感动。九二一之后，把我们那个最重要的交通超量公路，震垮了，震坏了。20几年来，从来没有人去闻问。我们县长一上任，第一个行动组委汇报，一百空贝尼二月过完春节，刚上任的，马上第一个行动组委汇报，召集到超量，去看一下，带领所有的局处长。你看咱的山是这么水，然后有些地方是那么的不完美，需要去好好的去复建，把社会乡亲叫来，需要什么？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中断的，从88年中断的这一条任督二脉，149甲线，过来，打通了，打通，还有周边的很多哈，这个道路啦，产业道路、乡间小路。再来，我们的消防，过去一个所在吼，那有问题先，哎呦，从山上，那扣扣扣扣扣，啊，是吧？你讲山下跑跑跑安怎？啊，怕火车，或者是救护车起来啊，40-50分钟啦，哎，好久哦。对，所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我马上做了。通讯，现在生命的要素哈，以前说阳光、空气、水，现在还多加一个 WiFi。WiFi， 我们 WiFi 把它建构起来了。没有网络好像不能对，那种感觉。再来停车场，停车，再来公共设施、厕所啊，再来接驳系统。对，我们用3年的时间把过去20几年没得完成的代志。好好好。25号就要通车了，欢迎哈，我们配合健康运动年哦。我们有一个践行哦，我跟你，但是我们刚一进到底，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谢副县长真的推来带好。这个健康运动点，我们其实打打给公生球的哈，你要健康就来引领。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的存款数字你一定很清楚，对不对？男的代步工具车子，行5000里有去保养吗？有。有哈。一般有保养吗？有。那这是马腿。你什么时候保养过？很少呢，很少呢。对，所以哈，一定要管理，健康是需要管理的。有好多好多啦。哇，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哦。对啊，我看到我找到了我们的云林小百科，云林小百科谢淑雅。哈哈。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副县长，就知道云林的县政哈，一定是井井有条，因为这个您这样如数家珍，对不对？信手拈来。还有几个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Master 的。Master 的。故事馆，哦，他是讲云林有一个故事馆，讲故事其实是一个送给小孩子最棒的，对啊，对，然后把自己家乡的故事，自己把它整理出来，用绘本的方式给整理出来，在云林县虎尾镇，我们有一个老旧的房屋，把它整理之后，变成一个 story telling 的一个算是纪念馆，那里面就很多故事，然后又有现成的建筑，现实的建筑。还有每年的话，我们会来征出版在地的故事。好，这个地方很值得大家来欣赏。对，那再来的话，我们的故事馆，还有很多刚刚提到的物产的话，美酒、咖啡，还有这哦酒。九号，台湾第一家民营酒厂，在世界，在古坑，后老修，你不要听他的名字，好像有一点哈，有一点那个老那个传统，传统，但是他在世界的酒的评比大赛，都是拿金牌、超金牌的哦。酒精浓度多少？是好是烈酒还是一般？哦，他白酒，白酒这样，尤其对我们女孩子哈，哦，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棒。对这个女孩子的这个驻颜美容还不错，对，非常非常棒。好，拍摄拍摄。哎呦！拍摄。原来最长的桥就是西楼大桥哈。对。不戴起了口罩哦，而且口罩打的是。对。哦，我们从上面这样走过来。对。副县长辛苦了。哦，来市长，哇，行，好，来跟他讲话一下。哦，真的非常的开心哦，故意辛苦弄热，弄热，热沉沉，哦，这样子的人温暖是来自于说哈，我们的强哥，还有我们最美丽的哈，我们的吕布，还有这些好伙伴们哈，
啊，就欢迎哈，让我们实地用那类香卡，然后来阅读我们这块土地，那个感动哈。哦，我觉得哈，一生当中哈，真的一定要好好把自己的家乡，如果可以的话，再往外扩展，真的雨中的我们的家乡，或者艳阳下的家乡，真的是各有特色。不管殷勤，不管成婚哦，真正有够水耶！哦，一定要行动哦，我们一起用脚。而且我们的县镇长嘞，贵体的镇长。哦，方便啦，我恁讲。哦，贵体也定定啦。我知呀，前镇长。对啊，迄个小明肉档的妈妈啦，系啊。妈档的妈妈。哦，今晚吼要吃，要吃上安全的猪排炊。哦，要吃安全的猪肉，在这边。就找他。因为想猪啦。系啊。猪好吃。哎，零瘦肉精的，绝对安全嘞。赞嘞，对。好，谢谢。不会，很高兴，很高兴。嘿，我们再继续吗？继续往前。嗯，好。跟你们。对，我们这边。好。加油。哦，是主委。嘿，哇，是，嘿，阿兰你顶过来。好。嘿。谢谢。哦，一文。哎。好嘞，加一点水哈。啊。后面啊。我们黄龙岭跟那个丁主委。啊，主委，哎，高经委，哎，大哥，谢谢哈。哇，新年恭喜哦。好，多谢小姐姐。来，大家刚刚看到我们的副县长哈，这么热情，体力这么好，真厉害，好，一进到底都没有 NG 哈。刚刚大家看得出来，小练已经快要不行了，可是我们副县长在，我一定要撑下去。好好。哈哈哈哈哈哈！你一定要来，我这。好，哦，刚副县长真的跟副县长聊天。太开心了，我们知道云林中，我跟你讲，做我这一行哈，有时候知道什么好玩的，自己假日可以偷偷来，对不对？因为都有那个长官跟我们讲最第一手的消息，这样，哼。陈俊安说练懂澳校，你要去澳中年，哦，好了，所以大家通常都要有看到啦，哦，说真的，不过我今天讲真的啦，那个所谓的老人健康年哈，他我们副院长好像一天都走10000步。这没有很简单的，他脸不红气不喘的，对不对？我们云林这样哦，这个长辈的体适能是有在注意的。好，谢谢我们罗大哥，谢谢你的早餐，谢谢。我跟义中天讲，现在还不是活力的时候，现在是要凝聚我们传统支持者的士气的时候，你要有步骤，就是说。哦，现在国民党这样，你说要去往中间那种开疆辟土哈，这个太快的，嘿，这样。是，那有人说为什么不讲坏的？那大家，我来这边难道？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想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样走，我们没办法每个县市都很了解。然后呢，有的问的问题，我们也许大家觉得不够深入啦哈，因为我们毕竟是来。来走路的，我们不是来，就是政论节目的，对，哦，其实，啊，对，快要了，哎呀，谢谢，嗯，啊，可爱的狗狗，啊。好，既然大家这样讲，大家呢，就是我看一下离终点站，还有就是呢，嗯，谢谢，
各位，我们在九分钟就要到休息点了，所以我一定要撑到休息点。谢谢你们，要好一点，赶紧求婚啊、大哥，谢谢。我们家是种的花生，自己种的吗？好、啊，来姐姐，姐姐。那百姓者跟我们的九四强的那个观众说一下嘛。我们这什么味？古早味花生糖哈，大概看见。土库，哈哈哈。土库啦哈，在的花生糖，在那个埔尾的隔壁啊。哦。有点口渴，对，没有，我等一下喝水。嗯，哇、哦，好吃好吃，怎么样？那个伟群今天这样走还可以吗？我看你已经完全就是 on fire。我正常的，我会不正常的。花生糖好吃好吃，谢谢我们的民众、欸，好吃好吃。而且它竟然是素的，我是素的更好。嗯，不错不错，好吃。好，服务说云林去战场，战场。刚刚我们的副县长大概陪我走了两三公里，一直边走一边讲，哇，体力真的好好，也还真的蛮好吃的。嗯，有啊，刚刚送这一包的大姐，她有说啊，她说她全程看我们的直播。哦，谢谢谢谢大姐。就是这样，要不要访问一下？我就是昨天那一个。好，大姐好。大姐，你这个花真好吃的。我自己种的。你说您的五宝爸是不是？对 对, 對，您的账号是什么？您的账号是什么？再跟我分享账号账号。账号就是吴美景哦，这个吴美美哦，这样子，谢谢谢谢，这个花真的好吃。我是湖北人，湖北人，好味啊，隔壁而已啊。对对对对，我一直在线啊，谢谢谢谢，这样子，谢谢我们，谢谢啊，云林好地方，嗯，硬的花生糖还是软的？应该是硬的吧？还好，没有很硬，没有很硬的，对，哦。我们一定要叫美美啊！我现在讲到余芳，我都说余芳美美，对不对？在哪能买？我没有问你，因为我们负责吃，不好意思。好。但是今天这样走就觉得就是还蛮好走的了。嗯。今天觉得云林人很热情啊。哎，今天没有自己路线图哦。我们方颖好像说要自己，大家 Q 一下方颖。嗯，因为他是阿G，我是要说他是妹妹，哦。哎呦喂！哦，大家看到这个水稻哈、哦，在哪能买？我们等一下问他，我们那个吴妹妹在哪能买？啊，跟我们讲一下，这好吃呢。我是今晚等不下去，等下等一下拎一撮给吃了。很多的嘞。对啊，对啊，这真正好吃。哎呦喂！我看云林我们人那么多。好，我们让吴妹妹自路先行销一下，我们也让那个我们的黄伟群拍一下广告。你要讲哦，好吃，真的好吃啊！好，真的真的好。我跟你讲，如果你拍代言广告，你不是那一种很浮夸的，你就是默默讲、这个好吃的，我走路都在吃。对啊，这样我还边走边吃。大家都吃一个，我吃两个。好、哦，对不对？这广告这代言就有说服力。嗯。啊。Demi 三连了，哎呀。哎、你看我也是云林人、你也是云林人哦？对啊，真的、我们云林的乡亲，你看，多热情，哈哈哈，对不？他拍摄七情台西，刚你敢有听过？有啊，我认识一个大哥，他每次都给我唱这一首，对，然后唱完之后，他还会按国再唱一次。好了，阿纪，知道就下来就不再唱了。好、好，我们讲阿纪哈，讲那你是云林哪里？我云林哦，东势乡啊，东势云林东势哈。对。那你什么时候上台北打拼？几岁的时候？我国中搬上台北啦。哦，好。对啊，那时候我爸爸刚好想到我还有个儿子，他就跑街上来了。哦，你之前都跟奶奶住啊，然后才跟爸爸住，然后你打工的时候是跟爸爸住这样，还有跟妹妹一起跟爸爸住吗？我妹妹先被我爸爸接上的，啊、是到后来国中他才接我上。哈哈哈！对，他可能自己比较稳定之后，他才他把你们对了。那你说你的孝顺是对爸爸比较多，还是对奶奶比较多？应该可能奶奶比较年长吧，对阿嬷啦哈，这样。阿嬷比较多。对，对是合理。那、這个不过看你的，因为大家说有时候隔代教养会有一点教育问题，从你身上看不太出来。还好呢，你比较乖。以前我们邻居也会常常说啊，
你阿妈给你六塞六尿，哈你六塞六尿，后摆你要友好伊啊。好好从小就一直听这个哈，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真的有一个道德标准回馈的心，对，定在那边。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奶奶。好。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曾经很接近学坏过？就是阿妈年纪比较大，然后人家找你去回旅，有没有曾经很接近这样过？有啊。但是我国小的时候我很会游泳啊，好，对，都是游泳队的，很多没也没有游泳队，我们都是在那个池塘啊，很多养鸭的地方嘛，啊，看鸽子，很多养鸭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国小还小，对不对？我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是游泳冠军嘛，是哦，可是我从来是被啊，你先讲，嘛，被打完之后我就你就没有，为什么会被打？因为长辈都很怕小孩子去玩水啊，好，那第二次，因为我第一次我回去，我想说，我去那么远，他都知道我去偷偷的去游泳，对啊，然后回去我就被打了，他说他棍子都缠在他后面了，我走过去他就把我抓住就打了，然后第二次我想说，第二次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朋友找我，我跟他说不要，我说我已经跑很远，他还是知道我是谁的孙子嘛，大家都怎样？对吧？乡下都是这样，你到哪里，然后你能够挨一个乡邻村，那个乡邻村，挨一个。后来啊，我另外那个朋友就跟我说，我们这次再去更远，对，然后去更远之后，隔了两三个村了哦，我想说这个应该不知道，好可以啊，我就跟着他们去，然后一样啊。跳下去游嘛，跟那只鸭子啊一起游，你知道那个水很脏，对，跟鸭子一起游，然后呢，游完回来，我回去还是被打、啊。他怎么知道的？还是看你的头发什么、不一定？没有、就是有人。你在那个，就是因为乡下，他就是哦，这一这张也像大家都认识，对。他隔壁真嘛怎样吗？嘛怎样？他一个乡邻村，那个乡邻村，我可怕、啊，你知道吗？Winter 一样，好。那我要跟那个伟群哥讲，就是我小时候是游泳冠军，那时候竞争很激烈，2亿多个选手，我游第一名。两亿多的个选手，我听得懂。好，不好意思，这个我曾经是五亿多的冠军。对，我们都是游泳冠军。好了，这个冷笑话又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好，龟背鱼挂听哈。陈圈说都跳到浊水区游泳，真的吗？小时候可以跳到浊水区游泳，它不会水流很强吗？今天还可以。赵信志说又要开始色色的，因为还没有跟伟群，我想要看伟群的反应，他的反应很正常。孩子可以上关键时刻了。关键时刻。谢谢立敏哈。这几天的家乡哈，赵信志，信志你在吗？信志你在吗？赵信志你在吗？在前方队啊，好了，那个我们让信志已经感受到了，那村。浊水溪每年都会招生，有一年招八个，你在钓搞哦，我听懂了啦。
鲜梨。哎、欸，没有电了，我要车的钥匙。给你锁起来了，我要车的钥匙，没有电了。嗯，好。帮我先按开好不好？快点快点，它快要没电了，没电会伤电池，快点快点打开，我要充电，我要充电，但是你不打开，你不见了，我不发动，没办法充电啊，你钥匙要进来，帮我顶一下，帮我顶一下啊，顶什么？顶一下，现在结束了，9%，好了，还好。好了，各位网友，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刚刚那个谢副县长，他体力太好了啦，胸内道啊！哎呦喂，其实他真的有点呛到。这是一只公务机。嗯。可以给我的出版社用的，对不对？可以啊，刚才的那个荧幕破掉了。在哪儿啊？在那个绿，那个透明的袋子里面。Hello。透明的袋子在。就我跟大家讲，学青平常也是小小的。对啊。我喜欢唱歌曲。所以大家如果有人真的想要把我，哇，大家要不要带大家开箱你的后座？我不要啦，我们的后座哎就是这样子。对啊。你的公务车后座有？真的哈。后车厢。浊水溪应该不会很浅吧？大水会从上面冲上很多木材。哎、欸，大哥，你好，是罗议员的。对对对。那副县长有水果要给我啊？是哈、哦。可以方便。啊，可以。学信，可不可以？副县长有那个水果要给我们。哎呀，谢谢秀龙啊，不赖的啦，真的啦，开后心没？你们要逼死谁？没有。哦，刚刚副县长这样走，我本来想说，我以为他有点累了，我就说啊，是我累了，我累了，我们就到这边。哦，我副县没有，大家有看到，从头走到尾，哎。啊，谢谢谢谢，这个是我们啊，找到只是两片啊，大家看这个50年代的纪录片，真的是我们这个高金委员的这种特助，哎、欸，对不起，就是助理哈、哦，他给我的，他是您制作的对不对？对对对对，这个白色，因为大家有看我的文章，我蛮喜欢去看讲一些台湾以前历史哈、哦，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这个当年真正的。这种就是台湾中立的史观，不是政治史观。对对对对，被民党完全扭曲了。对对对，民进党是用他的政治力来那个这样子。Hello Hello， 我们的岳峰。我要给你拿 USB， 因为现在对对到云林了。好 好，你 USB 给我。好。然后我来那个。对，要、okay、看。好好好。好，大家我们忙一下哈。啊。是谁给的？我不知道、啊。学青。啊！哎呦喂！等一下，等一下。好，大家等待一下哈。没有。当然会流汗啦、啊，大哥。就暖呢，不是很热的，走路会让全身都热起来，大家知道哈。然后那个这样子，喷水没？你在讲什么小朋友？好的，哎呦，哈喽哈喽，给我收，没有收播，没有收播。那个，哎，那个，不好意思，怎么会讲那么不平、喝水啊，老花眼，嗯。麻烦了，好好，谢谢。
哎，我的电脑在哪里？喂，喂，喂，我的电脑在哪里？我的电脑在哪里？没有拿到那个学期没有拿吗？好好 ，OK OK， 好好好，好看到了，好好，那我看到了，看到了，好。现在在直播吗？在直播。哦，练董真的帅，看他好帅哦。刚刚那个谢副校长太会走了，我一定要去跟大家讲，你要来那种就是健康年，什么就是国民健康年，你就来云林县。哦哦，而且我今天穿很多，因为昨天太冷了，我穿了一件长袖内衣，一件长袖运动 T， 再穿一件毛衣，再一个防护。哎，小心，小心，小心。I know。情绪怎样啦？拖啊！然后刚刚我们的韩文网友说练总要喝水，我说他说练总你喝水吗？我看成练总你喷水的嘛，让他非常的不爽。我说你是老花眼哦，对啊。你一定要这样开车吗？我的快不，我觉得一直都觉得我的鞋子有点湿子。是啊，回去要大洗车了。对，没错，没错。我真的觉得换新手机是对的，因为。画面柔，不是我们常常多了。第一个是它可以变5G 讯号，第二我们常常那个啊，就是讯号会断掉。我以为你是要说我们常常摔到，摔到也有，这个新的也会摔。尽量不要，看麦嘞。你来，哎，邓姐，我也去给啊，你好。行。哎，不用，他给我 USB 的吧？给我了。哪得到？Hello Hello， 居然说练总好像刚跑完5000的感觉，有吗？帮我把这个电脑也拿过去，那边放一下。好，莹莹在忙哦，对哦，莹莹都冲来冲去哦，很忙哦，一直在。Hello， 简南。简南，吴简南是这样子吗？吴简南，好 ，Hello， 那个，对我都冲来冲去的，所以我就会比较今天，尤其是今天，因为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所以就会比较忙一点。嗯，保护壳弄好一点，有，我有跟念龙说，先买一个便宜的，再去买 UAG， 因为我真。觉得新牛顿跟 UAG 最好。可是我们的保护贴可以贴在这边，你如果买太厚的，不会啊、有时候放你还要拆保护贴。哦，保护贴可以换，还有手机壳。哦，你说的是保护贴，我听成保护壳。保护壳。对啊。对啊。昨天那很妙，昨天他就说要买，就是要用现金。我想说天哪，现金还要去领钱，反正后来就把它搞定了。那么小，我刚刚动作好丑，我在摸保护贴壳，但我觉得我动作很丑。对，那是丢高哦。我没有看你刚刚什么动作，等一下回去看一下重播回放。好，嗯，好。哎，你说还没讲完，你说现金买，然后呢？这个话就去另外一家。哦，是哦。怎么会有人？我不要，谢谢。我不要了，谢谢。你要吗？给我瓶红酒一瓶，谢谢。公务警方哎，哎，哪？哦，谢谢，感恩。这可以丢哪里吗？哎，他那个直播带嘞。是。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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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儿，哎，埃及嘞，哎，公务局嘞。哦，就是这个。古的那个嘞，啊，在那个纸袋里面。子弹，对。小姐姐，给你的，那个玻璃破了，要再去修。哇，这样你懂吗？然后这是我的线。我们带壳。没有，我跟你讲，这只一直都不被我装上去，然后一直都被拔掉，所以。没有吧？因为是因为要装三种。没有。我看你们一直都没装。对啊，我们带下来就没装，就不知道被丢去哪里啊。我每次装好之后就被丢，装好之后就被丢，然后就生气就不做了，不做这种傻事了。跟网友说 hello 吧。这条线，
你要啊，这条你的吗？这条我的。好，那你拿走啊。啊，可是你这样可以吗？可以吧。但确定你可以，我再拿走。这条感觉是原厂线。因为这条不是原厂的。哦，是啊、哦。嗯。那你用这条。那就换了，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把是是我们就把好的给学青用，我们自己用比较不好的，好的给学青用了。这条是我的，哈、哦、我现在才发现为什么我的会在这里。金南的，啊不，这条先给你啦。嗯。好不好？啊，这条先回冲啊，因为加迄个。那个。这条较巧，这条较新较巧啊。那它原本这里的线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拿。对啊，啊这边还有一条啦。你如果真的很想知道，这边还有一条。那是强哥的。对啊，强哥这个你们这样我怎么搞、啊？那个拿回来啊。这个是强哥车上的。哎、欸，这个拿给那个广告车好不好？或者这個、拿给广告车，可以吗？可以吗？已经有银铃的了。对对对。他刚刚录的。刚刚又录了吗？就早上录的那一段的。我可以先把你车开去洗，我受不了那个臭味，我不知道是从哪里。不行，你要跟在我后面。哎、欸、哎、欸，他刚拿去点你，在那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活动之间，我们讲话速度都快几倍？对。哎、欸，我们现场11:40到。直播要用好的壳，对啊，即使吃那种啦，就是像那种 UH 赞赞，因为之前用过了3-4个犀牛盾。然后它不是旁边那个按键钮会掉，不然就是它那个太紧，没办法方便拿下来，不然就太松，容易一直啷啷这样子。对，诸葛亮智慧，谢谢谢谢谢谢，我是今天有睡饱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张立山舰长会过来。对，好，我们要贴名字，不然会不见。你说线吗？有线，我们都有写上那个，我们都有标注。原厂的线比较烂，对，就是很容易坏掉。但是原厂的线就是不会有问题啊，对啊，因为有时候会认线。然后，谢谢龙虎，哎、欸，我们等一下会是吃便当哦，凄风苦雨的是要吃便当。然后，媒体台是云林的点，对。其实好，那个等一下云林有云林的问题，可以再回答大家。然后，小练这样子就知道土鸡跟肉鸡的差别了吧？嗯，所以你是肉鸡就对了。肉鸡过得比较开心，反正都要被宰，我宁愿当肉鸡。说不定你如果战斗鸡，你就不会被宰了，你跑得快。你有看到菲律宾还是泰国的斗鸡吗？泰国有看，在电视上看过，怎么了？没事。是哦，刚好讲到，是刚好想到。曹安哥说我们走去维托利亚学校，基本上不会啦，因为维托利亚学校在古坑，然后我们是走切过去。对。好。念懂流汗了耶，有吗？你有流汗吗？刚刚有一点，冒汗。什么叫肚子的蛔虫不爽？意思。我们要贴名字，不然会不见。哇，真是东西。秀兰好，秀兰谢谢。最强菜农不是要准备鸡，有最强菜农跟大家报告，嘉兴哥真的是这种田的，好不好？他没有，他不是餐饭，他也不是盘商，他就这就是一斤一斤安尼去卖去谈，对。可以吗？不行。播不出来。谢谢病。播不出来。对，旧的可以。你们。我们那边有戴兆华的，戴兆华播得出来，但是你这个他写就是播不出来。但是戴兆华是说是之前的，是不是？对对，我们之前就可以的，插进去就会有声音的。刚刚他有播一下戴兆华的。我看一下缺失。好。好。这个之前有没有用？这个之前有用过吗？有有有，原本那个彰化就是用这个，而且彰化这个还有台语版跟中文。对，我知道我们咪的啊，为什么 only 咪的不能用？那
好了，再跟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想说出发前还是测试一下，不然等一下出发了就没办法改。对对对。那、啊、你等一下晚一点要怎么回桃园？哎、欸，我不是会去斗南车站吗？哦，要搭车火车哦。对，搭自强号然后回去。哦。对，搭自强号。好。对，你的那个 MP3 档好像不行，你是不是用格式？你会不用格式最？我有跟你们吃晚餐。最传统最完整。我。好好。我不知道你是。我云端的，你 OK 吗？你有看到吗？好，帮我云端的看看，我云端的看看。云端的才行啊，你 LINE 不能下载。啊，你要那给我 LINE 干嘛呢？你还给我用声音传播。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气死我了！其实你的脾气根本就没有脾气。哎、欸，我们大概几点会到惠普公园？26分，所以大概12点是吧？因为11点半出发，那要走到11:40之前。OK， 拜拜。OK， 11:40左右到，对吧？谢谢，拜拜。我们应该换位置开车，他们要走了。对，下班。嗯，好。哎、欸，怎么样？为什么学青要打给我不讲话？可以按到，按到。可以帮我开始一下。挂掉了。好好好。哎、欸，你是打过还是按到了？按到了，他这两天都按到。哎、欸，怎么样？有什么东西？我说你们那里有没有可以插 iPhone 的 SIM 卡的那个洞的那个？有、那個、有啊，在那个。有来，你来。在那个盒子。强哥的手机又坏了吗？啊？强哥的手机又读不到 SIM 卡了吗？没有，是我要换 SIM 卡。哦，那你过来啊。嗯。我这边有。好，拜拜。你看学期明明就是要找我讲话，你竟然说他是按到。对啊，阿伯你被按转是不是？对，不是你，那个挂掉好不好？挂电话。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啦。嗯，我好了，我好了。啊，因为我没有接到学青的电话，笑死。好了好了，谢谢谢谢。我再测试看看。好，谢谢，不好意思。谢谢你。再还我。好。因为这个整个要留。哦，你要现在插而已。对，没关系，他还在忙，你先插吧。那开着开着开着，没关系。你后面没位置了，有吗？想干嘛？你们上车是要那个？我们在换地。哦哦哦。我想要那个摸一下，说你啊，现在换我要休息了，我要去上个厕所，买个饮料。好啦，完成任务。iPhone 有没有什么型号是双卡？有啊，澳门卖的。iPhone 没有吧？有。iPhone 呢？有双卡的。iPhone 呢？对啦，它不是型号，就是我之前有朋友说 iPhone 在国外的澳门区才有卖双卡。所以青可以帮我把这个放到电脑放到后面吗？袋子的后面。你看雪青一直那个，算了，不要惹他哦。帮我放那个电脑包包最后面，放电脑的地方可以吗？可以。好，那我要去森美人们，我要去全家。那等一下我开还是你开？好，你看。哎、欸，这个拿去丢。那、啊、这个呢？也是，我终于喝完了。嗯。有一杯大家没看到，被没有被全新帮你收走了，不然那一杯是会留隔夜。你说那个金桔柠檬？对对对对对对，很早以前的金桔、哦嗯，我的钱包。哎、欸，那个充电的嘞？那我走了。充电的嘞？充电在这个某个角落，你车间。
又不见了，又不见了，好吧，好吧，不见了。哎咻！赶快充电，等一下又要下去了。你今天有空可以帮我过去之前我们住的那个旁边的药局拿口罩吗？今天晚上10点之前，晚上十点之前啊，没关系啊，那么你就下午去啊。嗯，拜拜。一对，我们在直播，等我一下，看一下网友直播。不好意思，谁行气？秀兰说我的皮肤真好，不晒不黑，赞啊！会，我会晒黑，我是很容易晒黑的。哎，而且我很所以最近发现，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在晒这边，所以这边有一点点的斑。然后，直抖秀修头发，口罩要调整。昨天在中天讲话的时候拉口罩就拉了快十次，应该是他变瘦了，他变瘦脸变比较小，所以他那个口罩就是一直移移。对啊，我猜啦。喂，姑姑，有啊，你在西罗吗？你在上班吗？你怎么？我在西罗山景这个全家。对，你要来吗？那你在绘本公园等我好了。什么？无啦，啊你今日放假了啦？啊你等下，你到遐等我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西罗绘本公园啊？哦，好啊，好啊，好啊，来啊，嘿啊，来啊，来啊，你来啊，我咧直播哦。我姑姑出现了跟大家介绍我姑姑，我姑姑跟我差14岁，然后呢从小我的衣服都会请她，就是我的衣服都是她带我去买的，然后她也会带我出去玩干嘛干嘛的。对，甚至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住郊区，比较不适合一直往外跑，然后比较热闹的地方就会不方便去，然后我就有时候就跟我叫姑姑带我去，
然后记得有一次，我忘记是我爸还是我姑姑带我去逛夜市，结果我们家的海博多拜就被偷了，不知道怎么回来。等一下哦，我正在酝酿，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应该要请强哥他们，就是我家，就是用一下那个抖音有没有？这样子应该蛮可爱的。还在原地，尚未前往。好哦，好，我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还没看到。好，高金呢？高金在往前了。喂，姑。Nina桑，练得还好吗？你为什么脸色苍白呢？因为累了。练得哦。现在被谢副县长被体力击破了，被谢副县长击败了。我姑姑来找我，所以等我一下，可以吗？大概三分钟，好不好？好，大家帮汪向林计时一下。不能这样子啊！我刚刚讲谁？都是他供。我刚刚名字一直讲错，外海哇！讲错什么？外系。你讲错什么？就是把你跟我女朋友的名字都是轮流讲，随机的讲。外系，外系。也我还最近跟我女朋友忏悔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怕就回放。回放是不是？当然，这种东西本来就先道歉啊。等我一下。又到了雇车时间。好，湘云在跟他姑姑那个，给大家看我之前视觉。哎呀，你在冲啥？啊，帮你减轻你的身体。谢谢你。那个，这种北漂的人就是这样南下就遇到天气，还蛮不错的。被发现之后，我可以那个云林、嘉义、云林、嘉义、台中，你要不要拍前面？要不要想拍吃播嘞？好，我想说，嘉义、台中都有的那个。什么叫看得到吃不到？很可惜，要回顾一下刚刚那个。吴美景哈。我觉得高金委员的雨鞋应该是特别定制的，你以为是雨鞋，其实可能里面都有。全年买的呢。真的。对啊。
拜拜。我还以为，我想说，姑姑为什么一直问我228要不要回去，是不是要拜拜？还好不是。这个是为什么？他只是想说连假，因为阿嬷会想念孙子，曾孙子。想念曾孙的掉啊。这个口卫生纸本来是要拿来垫那个的，结果越抽越多，就被我用掉了。第一张是立翔抽的，然后就说：“这边他要抽，想说哦，是你后面有一包，可是要拿比较久。”喂，孟章哥你好，我现在开扩音哦，你现在所说的都会在我们九四墙上面播出。对对对，细菌哥，没办法，我开扩音。我只是要确认一下说，你们今天直播那个长进的是谁？长进的是练董哦，练红杏。红是宏图大展的红，红是宏图大展的红，庆是庆。我说，这位大哥是谁？我想要确认一下。哦，这是我们。他是陪大概走到什么时候啊？走到什么时候？应该是走到全程啊。全程什么意思？就是走全程走完这样子，直接走到斗南。哦，走到斗南。对。今天整个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哦，好。嗯，了解。不会， okay， 哼，谢谢。不客气，拜拜。请问好，问什么？这叫云城对不对？云城姐你好你好，怎么了？怎么问人数？我们这次团队大概九个加八金，高金那边大概是七个，所以总共十六个左右。怎么了？要干嘛？不是，我们晚上已经有安排了。跟你说，先跟你抱歉一下。嘿嘿，拍谁拍谁，谢谢谢谢。你们快到了吗？好，谢谢，拜拜。我们要再往前一点吗？可以啊。要拍到墙格是吗？有空隙才可以。看起来是没有。然后没有空隙的话就有点。看起来是浩浩荡荡。哎呀！而且我们现在过去绘本公园，还没搞，没搞。嘿，我查到离开那个超商啊，嘿。好，谢谢，拜拜。那我往前。问看司机怎么上车无？还是，没事。战车等一下就会播音了，白小白，呵呵，知道我的全名了，感谢你。进斗南雨学走路，这位帅哥叫傻子。可是我看我们刚其实走一天，如果只走一天，其实你到绘本公园了吗？只要不是高跟鞋都还 OK 的。好，那你好，那等一下啊，你在那边等我们就好了，拜拜。前面劝去过福禄寿。Where the kid 说不用道歉的，心里只有你才会一直喊你的名字。可是我刚刚是讲方云，
跟香饮哦，现在已经是，这是香饮，香雨完全是混着讲的，然后还有一个香芋，方云跟香芋就没有这个。还有第三个名称出现。对，反正它就是四种那个排列组合。所以你赶时间要落南票。嗯。啊，安尼教会门讲会等我啦，你先教，系啊。嗯。鼻头绘本公园我也知。好，就是遐。好啊，好啊。哦、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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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安尼等下物件再落。哦、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拜拜拜拜拜拜。我阿妹，我过要买嘞哦，我可能较晚到，可能等我十分钟、二十分钟。嗯，十一点四十到啦。好好，拜拜拜拜。怎么样？我输，我输。嗯，希望等一下下午还可以挑战我们谢副店长，我盖一边啊。那你要脱吗？没有，因为你这样穿会热啦。我的意思是这样。不是，我跟你讲，这种我们人家只是走，我们一手还要拿那个直播，还要架着，而且不是缩着，还要伸到前面去。那是足艰苦，你知不？哦，那个三角肌还要用力哦。大家跟帮我自己辩解一下。我这样已经够前面了吧？还要在前面吗？嗯，我们已经切断人家的行程。到这边可以，你也看到我们那个。徐公范议员的屁股，这样就 OK 了。真的吗？他有在偷听吗？我昨天又跟他讲说，他昨天就跟我讲说，其实他就是走前走后是有原因的。我说，那你应该要走后啊，你怎么会一直走前？他说不要啊，走后面干嘛？我说这样我们才可以拍到你的屁股啊。他说我才不要让你拍我屁股嘞，这样子。他现在都找人躲了哈。对，找我们的年轻的朋友来帮他 cover。徐议员真的很可爱，很亲民，然后对又很。耐，就是他的服务就很都是对，他每次休息时间都在处理他的选民服务这样子，对，那很亲力亲为，很棒，对吧？我刚刚没有接你的话，不好意思。没关系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这样子啊。对，你应该说，不过就是不接徐公嘛，因为我在吃徐公医院，就是不肯定嘛，你才会不接话嘛。我知道，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吴宇，Hello， 吴宇，你好。对，你好，是贵党。我们的伊丽莎白二世也确诊了，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哦，真的、哦？对，她会怎么样吗？她年纪那么大了，其实确诊就像感冒嘛，总是比较重要这样子。对啊，我们为英女王祈福好不好？祈福。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英女王真的做女王做好久，好像十几岁做到现在，跟她西郎，整个二战也是她。怎么会是知道普希俊这个人呢？好厉害哦！普希俊怎么样？我要截图给那个孟章哥看。雨杰适合健走吗？短程可以，长程不建议。其实走一天你，对。影好忙，上下车要注意。对。Hello, Future。人漂亮，歌声又赞，超喜欢本人。这 UBT 哈 ，UBT 是我们的那个隐藏的人物哈，这样。UBT 就是那个啊，嫂子啊。我知道啊。对啊。他的 Facebook 的名称叫蓉蓉。哇，那上次我讲说那个伟群哥屁股很挺，也被 UBT 听到了。应该是吧，反正。对。对啊，你也不能干嘛。的确的，靠说练懂四十岁只剩一张嘴，我还有两只脚，我还是有走，好不好？我是中天会台中普希俊，查理斯王子验出确诊，才公布女王已确诊，那好像感觉是被查理斯王子传染的。脱毛年纪还不到一张嘴，吼吼吼，脱毛年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应该就是头发变少的年纪。是。对啊。打电话进来也被发现哈。白岛出任务与中时新闻网都有联播，感谢哈，感谢大家。如果都有联播，我们刚刚的那个我们的谢副县长，哇，那个马拉松的这种宣传市政哈，真的是大家都有看到，太厉害了。
主任，昨天没见影。哎，对啊，为什么？你有遇到白小白，我没遇到。昨天没见影，因为在那个那个全家啊，就是亲亲有来啊，你没有来，我不知道你去哪里。哦，我在车上讲电话。对，那时候，对啊，我那时候连在。对，就是叫大家记得昨天有那个先静音嘛，因为看到一个帅哥来就很高兴的，赶快跑到直播的旁边。哦，真的吗？这样，然后顺利的被我 Q 到。哦，真的哦，哇！绘本公园是那个皮头绘本公园。哦，那昨天主要本来是要去采访那个三宝、四宝跟五宝，对，他们三个，他们家五个都蛮可爱的，我觉得，嗯，各有特色。你要来一下吗？我现在还好。盈盈真厉害，大家都在注目这场马拉松卸票健走，太感动民心了哈。因为我会回我粉专的讯息跟留言，可能可是有时候连留的不是很好。啊，对对对，有一个网友有传讯给我哈，他那时候提醒我一个，真的，什么？真的，我们的玉鲤鱼提哈，还有传讯一个，谢谢你哈。我顺便因为我还没有回他，我那时候直播他传讯给我，我就看到，但是我没有回他，现在回一下好了。是我们吗？在逼我们吗？是，他是要打招呼。哦，打招呼。对。对对对。现代歌。哎呦，这台嘛是呢。哇，连刷两台拢要甲你拍照吼。哦，那这一台是 BMW， 然后涂上国旗的那个吗？对。还没吗？没了吧。这是 BMW 哟，勾是拍谁是现代，就在上面拍国旗耶，涂国旗。有什么那个白眼？嗯，没有啊，没有白眼，我只是在看后面的车可能会爆胎。刚刚明明就是白眼。真的吗？我眼睛那么小。嗯。没。你们觉得像我们有时候学原住民讲话，这样会不会不尊重？比如说我们说那么重要。哎，县长来了，县长来了，了解你的明白。下去。真的吗？你要下去吗？县长来好像要下去了。你要那个充电器吗？我不知道现在几度哎。你先看一下现在。你再拿来救我好不好？你肯定要停，再拿来救我。嗯哼，好，我先去停。对，17%。17%不够啦，哥，卖乱了。所以你要那个好不好？大家看到我们县长的Toyota了哈，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们县长的Toyota？给你。那你还有那个啊？真痛的吗？你快点嘛！先去拍再说，然后好，先上去好了。来，来哦，来哦。那个我接，是，我接。然后另外给你了，传到你身上了。开了吗？车钥匙嘞？车钥匙，你就冰比较写在门口。台北走到这里，走300公里。对，网友这样有声音吗？哦，我们这样县长都来哈。县长。阿美举家，真的在报道，天气虽然很冷，还下雨，但是我们好，跟主委在照顾。来哟来哟。靠啊！靠！你整理很多的，你出来跟朱伟一过来。Go go go！ 往我们的张立善县长哦，县长陪我们走，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呼哈呼哈！立翔，你帮我拉着，拉着我。对，来，我们主席，哦，代表您，哇，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来，各位讲，各位。主席，副主席，大家好。副主席，代表。
左转。对。小心车。这么深。现在倒退走路了。嗯。我来这边高雄，我来这里帮你领我们的伞来浮潜。讨厌 iPhone 的稳定器。店长冲三颗就快点，我会被水户打哦。大家不要让我被水户过肩摔，好不好？你是我的粉丝啊，我是他的粉丝，我是他的粉丝，我几张嘛都演到了，我知道，只是比罗志祥高一点点，小心，你吃卡，我们感情有那么差吗？我们有声音哈，收音在我这边，我们没有给县长别麦。摔一次破800，你们太狠的心了。现在550人，啊，来欢迎我们的县长，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对。罗志祥底下，哎，你要去熊嘛？哦，高金素梅，偶像级啊！我们那个美玲队长刚好那天去了，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阿宝，我打开出来以后，台湾的美丽。哇，你看这里很漂亮哈。对啊。哇，我们里长把这里打造的这么漂亮。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古色古香？还有我们的耕土机，那个叫什么？耕耘机哈。我们的水稻田，哇，大家有没有看？云林这么美。推广一下云林，我们等一下，我们请问一下我们的里长来。啊，里长，来，我们里长刚好今天去旅游。那帮我们介县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来。我们好，那帮县长别上去好了。来，我自己来哈。这样可以吗？对。我们这么漂亮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好，我在这里哈，首先欢迎我们的罗志强，还有我们高金委员，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能够莅临到云林县。那从我们西罗大桥一路走过来哈，还有我们李明哲议员的陪同，他们谢副县长还有林胜爵市长哈，那我们的胡克勤主席、黄友美副主席啊，还有石峰伟代表、陈永修代表哈，还有马玲代表哈，哇，大家都非常非常热情，因为我们感受到罗志强啊可以说是从台北出发到现在哈，那一路走来应该所到之处啊，大家都非常欢迎他。那今天来到云林县，我们选择了一个
非常棒的地方哈，这个地方呢就在我们西罗啊皮头哈啊这个地方哈皮头里的哈，那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啊有人哈啊提供出来哈，那我们啊地方积极打造，那这是一个马哈公园哈，所以非常棒哈。那马哈绘本公园呢，我想这里面呢啊大概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啊清楚看到哈。那这当中呢，我想我们副县长哈最会介绍。我请副县长来讲，好不好？好，副县长很棒哈。哦，他很清楚，来啊，这个马哈是咱西里查某囝啊，哈、哦嗯。那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但比较不幸的话，他已经过世了、嗯、啊。虽然他走了，可是我们连县政府在这边，我们都会举办音乐会，用音乐的方式，然后来跟我们的马哈，我们都会帮他留一个位置。那现在他看到的是以前他的绘本的创作，他的画风其实很像吉米。那在利用在地的这个元素，那我们用在地的这个艺术家，那我们把它立体化。那所以这些创作都是在他的绘本纸本的绘本都有。那这个点的话，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立体化。那我们也曾经到过云林故事馆去展过，好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展览。那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啊，去看一下。哦，比如说那个鲸鱼，哈、哦，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一个意象。哎，对对对，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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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我们就这样介绍，来。对对对，您看，哇，哦，这个的话，开口诗，哦，那这，哦，开口诗，然后李那个李明哲，我们明哲议员，哦，你想了解一下，哎，来，哎。把狮爪子救出来啊！爪子救出来，哎，优美，优美，优美，进来，哎，优美，优美，快点打点，我进来看我。来到西林，看这里，看西林去看，大家爱请滚哦，请滚，请滚，左手立掌，右手握拳，哦，点滚出去，哎，欢迎大家到西罗来，嗯，左右不分，左手，对啦，左手立掌，右手握拳，抓到抓到了，好，西林，对，西林去看，去看，对，哎、欸，不要小看李明哲议员啊，他有。全素的，对呀、啊，等一下吧，来来来，来，明哲表演一下好不好？三雷，来表演一下，噔噔噔噔，来，嗯，哎，你给我打一拳呢，好，来，自强自强，好，来来来，对不起对不起，好来。右边，那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把右边自己弄一弄哈，立掌，立掌，立掌，来。拉回来，拉回来，出拳煞，煞，哇，再扣，扣，再煞，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那个是山鸭吗？那个是山鸭，那个有武功高强，有武功高强，武功高强，这叫完满的。哦，那我们那个塞雷西龟，西龟，哇，这是我们的西罗哈，西罗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西瓜，你看，每一年的三月、四月，哎，对，还有人名字。西瓜的收成期，对，早期是西罗这边哈，西罗这边是主要产区，然后慢慢的往西边移，哎，西龟的家，哎，那边塞的西龟哈，哎，对对，然后塞的西龟哈，无沙，袂甜安尼啦哈，然后西瓜切开之后。它中间有一点沙沙结晶的样子，哎，啊，那个结晶就是糖分，它凝聚成糖分的那个样子，所以，嘿嘿，哎，还有结刷起来，那就是，哎，那个糖分较管了哈，所以沙的就是糖分较管了，对对对，所以讲西雷西瓜爱会刷了哈，会刷上赞，啊，哎，唔是风吹刷来刷哈。是西的西瓜的瓜有刷哦，哈，嗯，西瓜那个选择西瓜是要很扎实的，不要这样，是怎么样？啊，站好，站，这家伙我拿回家了。好，这打开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啦。哦，下面就是西瓜的肉。对对对，这是大瓜，大瓜红吧？还有我们
这个五分车。排行车啦。对对对。五分车。我们这里打造的还不错了哈，赞。平常音乐会的时候人很多，来龙庙，台湾交响乐团，谢谢。都有，你看没有上线的朋友就很谢谢。没错没错，真的不可错过啊！对对对，帮我猜，帮我猜。因为有时候怕他们没有收音。好吃的东西便当。等一下，我们要不要把那个萝卜干？那我们准备要收播吗？可以啊，可以啊。怎么了？对，准备暖暖包。好。还有竹贴，那些都有。哎，准备用完了，准备用完用。在哪？那我要补充很多，我先补充包，准备了很多补充包。再来吃吗？再有一个。吃便当没关系啦，吃便当啊，这里吗？对对，县长好，他要收音，他都会收音。收音了，对对对，收音乱讲话会被收的。麻油鸡。在这里好，对对对，好，那我们等交警委员出来说说吧。好，来，用解啦，这个是修足时间了，这个很棒，这个肌肉酸痛的时候，因为走路走太多，肌肉酸痛哈。那我们送了很多很多，太赞了，太赞了，这么多啊，啊，好，谢谢，很多好，这一大盒。还有呢，这暖暖包，每个人都哈放在这个衣服里面暖暖身子哈，要不然太冷了，包括手脚都快冻伤了。哎，然后这一大堆，来，这够用，够你到屏东了。有够。够你到屏东了。然后我们还有咖啡，还有我们现在来准备很多咖啡来，还有茂谷柑在哪里？茂谷柑。没有，那个辣，就是有一个，来，哇，来先拿，茂谷柑，来，茂谷柑，很漂亮，我们拿整箱的，都漂亮的，你看，哇，这好美哦，对，啊，高清的，没有，上洗手间哈，那个，等一下我们五级的。有一个皮啊，这样子装的满的。哦，在哪里？皮啊，对。哦，我今天摸啊，整啊摸。我们的茂谷柑非常好吃，要补充水分的，现场特别交代的。对。而且是最容易的，最容易剥的。哎，因为有时候用刀子也不方便嘛，对不对？所以呢，走在路上只要解渴，这有维他命 C， 嗯，对不对？这样体质才好，对，很棒。然后。等一下，还有咖啡哦，世界第一名的咖啡哦，来，谢谢，好，对，好像有点下雨，有点下雨，好，那我们来，应该可以吧，我来做一个简单的 ending 好了哈，好，来，好，好，首先啊，下来，我们到屋檐下来，好，来，屋檐，好，各位网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啊，高金素梅委员回来了，我们的茂谷柑。啊，首先啊，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县长，我们的大家长哈，张立善，那个县长很热情啊，亲自出来这个只是迎接我们啊，那让我们士气百倍哈，精神很振奋啊。其实这一趟公投的卸票也要特别感谢县长啊，因为像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哈、站出来哈、就是力挺的县市首长。所以我们这整次的公投哈、其实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努力，虽然有些人说啊，结果不是那么的满意，可是我们常在讲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顺风顺水，自然要谢谢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是逆风逆境的时候，我们更要谢谢那些没有离开的人了。所以这是400公里卸票，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就是要谢谢哈，就是在这一段公投努力过程当中，终究还是有400多万的选民站出来哈，
投下了这个跟我们立场一致的一个票，公投票，所以这个感谢我觉得是一定要做。那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高金素梅委员，还有我们的张立善县长，还有我们的谢淑雅副县长，还有我们的胡主席林胜长，还有我们的林市长林胜觉市长，还有我们的李明哲议员，还有黄副主席，各位代表，还有就是从那个北部董事长，哎，茂廷董事长好，然后还有我们从台北一起下来的伙伴，就桃园苗栗公凡啊伟群啊，我们一路走下来感动是说不尽的，所以就是说谢谢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会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午一点半就在绘本公园这边出发，所以欢迎大家一点半的时候也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一起走一段，然后算是也是践行一下然后一起感受我们云林之美。好，那要不要请我们高青委员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ending， 然后请县长做一个 ending， 我们就可以休息，中午休息。我不敢讲话了，因为我沿路讲太多话，我只有感谢，谢谢志强能够有这样子的行动，让大家的心又凝结在一起。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谢谢大家，给县长。好，谢谢，谢谢。好，我在这里代表云林乡亲来欢迎我们罗志强议员，还有我们高金素梅委员。那今天呢，从我们西洲公园跨进我们云林县的境域，从西罗大桥进来那我们就有很多我们的乡亲热情的欢迎，包括我们谢副县长，还有我们林市长还有我们李明哲议员就已经带队在那边欢迎了那我们的胡克勤胡主席、黄友梅主席，还有石峰伟代表、陈永修代表、赖马玲代表还有我们在西罗地区我们也长期经营我们代表会的前主席我们钟任敏那现在也是我们肉品市场的董事长还有很多很多的乡亲都表达欢迎之意。那我想我们看到罗志强要从台北走到屏东我想这个勇气真的是可嘉，我真的非常敬佩。那虽然我们是在野党，但是我们在野党应该有在野党的角色，不只是为民众发声，或是来监督这个政府，来表达我们对现在的政策的一些想法跟看法。所以我想罗志强呢一路走来做对的事情，所以既然是做对的事情，我们就要全力支持。那不止罗志强高金素梅也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在这次的公投案他们可以说是声嘶呐喊那一直要表达一个对的声音，让大家能够接受，也让大家能够感动虽然出席率没有那么好，其实这次是因为大家觉得之前的公投好像最后是没有什么成果的，所以大家可能也就觉得好像既然没有办法如愿，那与其去投票是浪费的所以我想出席率真的是不好云林县出席率只有32%那我觉得真正不想吃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的人大概就放弃了已经心灰意冷了，所以没有出来投票。所以呢，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用这样的一个结果来代表未来我们这个县市长的选举了我想这样的一个连结是有点太早了那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鼓励自己，要学习像罗志强高金素梅这样的一个勇气应该要为我们民众来表达心声，包括现在的这个核食要让我们吃含有辐射，甚至会积存在体内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的食品我想大家都非常不安，也非常焦虑。那我想不止县市政府要严格把关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对中央政府提出任何，但是基本上守护乡亲的食品安全应该是我们地方政府要尽的这个责任所以我想我们一定会严禁把关来保护我们所有乡亲这个生命的食品安全，然后我想这个很重要健康很重要，所以今年我们是云林县全民健康运动年，所以刚刚罗志强已经邀请大家他在云林县的时间大概今天下午1:30从我们马哈公园开始到我们文安国小那我想这一路可以的话你随时都可以看他这个脸书上面这个直播，就可以知道他在哪个地点，随时都可以加入来一起共襄盛举，来给我们罗志强鼓励，给高金素梅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好，县长这个第一名的咖啡送给我们，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名的咖啡哦，这个跟巴西列为同等的分数，87.25分，哎，89.25分哈，所以呢就是第一的品牌，世界品牌，好绿泡泡哈，啊，这个喝了以后精神体力都会更好，哎，好，好，来来来。那市长讲个话吧，好，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不用，嗨，好，胡先生要不要讲话？刚刚已经讲好了，讲好对吧？明哲嘞，都讲了，来来来，胡克勤最爱讲话的，没了，没了，你讲两句，来讲两句啦，要不然带那么多代表来，你不代表发声一下？他都讲客气啊，啊，谢谢哈，啊，我们很欢迎啊，今天罗志强啊，这我们罗议员他到我们云林县来哈。说实在啊，他那种坚持不拔那种精神啊，令我非常感动。我们代表会有很多同仁啊，都心有同感。尤其今天又有高金素梅委员啊陪同在随行，我相信啊，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为他们鼓励了哈。那当然，刚才县长也讲得很好，这个公投不代表选举了哈，因为有些人对公投失望，就好像以前我们公投过的那个同性婚姻法一样。到最后还是无效哈，所以很多人选择放弃，这一点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在野党也一样的要严格的哈监督这个政府。那我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罗志祥罗议员哈到我们云林县来，啊也很欢迎高金素梅委员哈，有你们的加持跟鼓励哈，哎，我真的很棒哈，这我是他们的粉丝啊哈，只要他们有什么活动，我在脸书上都。非常的用力按赞了哈，谢谢。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行程圆满成功。成功。谢谢。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好，等一下，好，那个大家好，我是莹，我们等一下一点半会出发，从那个皮头绘本公园出发到我们的斗南文安古人国小，那请大家记得一点半的时候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跟经理委员也会一起跟我们走过去哦，谢谢，拜拜。